我们继续开会。各位，今天是5月17号，星期三。今天的单月工作质询是地震、观光旅游、农业、文化、人事、政风。我们先请地震处长，是不是您有新的？没有，你自己本身就比较新。欢迎沈处长。观光旅游处江处长有没有新任的科长？没有。农业处许处长是人事没有异动。文化处钟清博处长，主席，我们文化资产科科长3月1号退休，现在由王建凯科员代理科长。是，谢谢。人事是游美子游处长，人事没有新进科长。 OK。 政风处我们新任处长。好的，好，我们今天第一位登记质询林餐厅林议员询答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各位早安。政风处政务处长，跟你恭喜了，你为什么要回来台东？我现在回答吗？请回答。谢谢。因为原任的我们县政府的刘处长任期将到。但我的认为不是这样子的，你跟我不谋而合有那个默契啊？你是要回来办案的，对不对？就在花莲，你是不是待过很长一段时间？我在花莲县政府任职了4年半。那个理想大地那个案，你到现在目前你办了，敢有一个结果啊？我想这个部分也跟议员作为一个直接了，直接了。这个部分目前目前已经已经侦结在去年的9月已经侦结。侦结就是说，理想大地它这个一个土地买卖的契约是在花莲的消防局里面内部签约，是不是？不是的。不是。好，来，我请教你，你也了解了。东西台东发生一个正常这样一个大震撼弹，就是当年跟东西组的卢组长是你的朋友。我想调查震轰跟连震，它本来就是有业务联系上的关系。所以说你破了答案了。当时的台东县议员有很多现在都入监了哈，当然我不知道是不是你调查的了，我只是感觉了你当年跟卢组长的合作无间了。所以说嘛，我要给你敬三分，我请教你。你当个台东，以你站的这个官位，你的太太目前嘛是台东县政府一个税务处的处长，恁安尼利益要回避无？你认为啦？甲议员报告，这个本来依照利益冲突回避法部分，应该如果说有利益冲突回避的情形，我本身要选择回避。好，否则的话，议长或者我的所长可以命令我回避。那不管要不要利益回避。你要记得，是谨记在心，社会观感是好。我只要你跟你要求的代志，我希望你先做一个记录起来。你了解台东县政府的秘书有发生这个小金库的弊案，现在接受到检调单位的调查的当中，你了解无？这个部分跟议员报告你有了解无？有了解。这个目前以前细数那个检察机关在侦办。好，那你大致上你有了解吗？对。大致上你有了解吗？我了解。好，那我就请教你，你查查当时吴庆龙在农业处长的时候，农产行销科科长吴嘉欣查他是否有借用小金库的钱放在某一个书籍里面，跟叶丽琴去拿电脑某一试用，你去查。好，你没回答。好，你去查头。北京，你去查吴庆龙在做农业处长的时候是否有应用小金库的钱资助是否了资助健康家庭基金会办活动，好不好？你把它查一下可不可以？这个部分议员报告已经检察机关，不是啦，你也可以去查去了解。这个部分相关的市政已经被检调单位收扣，前案都在地检署在侦办中，我们是不是进货检察机关对这个不能，你要去了解啊。在查我是在你，我要去把人供给你听。是第三，你查许乐贵许处长这里头是否有应用小金库的钱
在路口某一个餐厅、某几个餐厅假毒，哦，这里去查，看伊捌去食饭无？你查个简单啦，问下就知啦。可不可以议员报告？议员刚刚指摘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可以提供更具体的？我就在大会告诉你，你要查不查随便你，哦，啊，你就去查嘛。啊，你不查的话，到时候我把实体纸质的证据给你了，好，哦，啊，让我来比赛。你查，许处长是否在小金库爆发之后的最后一个台北的里长交代他的部署，赶紧把里长在办活动的时候把小金库的钱全部赶快给他花光光。你去查得好，哦，啊，你查不好，我才提人的经济书，啊，跟你应该我提供给你跟议员报告，哦，你听就好了，哦，我没时间了，你去查，应该检察机关都已经并案，你去查，哦，查许处长许乐贵还有吴家清是否有指示水稻农民去哪里建，你去查，哦，这几条假借的文内容也公开了，你知道等一下他们有人要去开庭你知道吗？小金库的检察机关依法传唤，不是啦，你知道等一下十点要开庭，我想这个部分是当事人的一个，你再去查，是我用小金库的钱在关山某一个农会买了168包的米，这些米的流向到哪里，好，哦，你去查，好，哦，你不会查农会李健是谁下令去拿的，哦，这查掉了，这应该清楚了，你再去查，我拜托处长，只要是我职责范围内，当然是职责，当然是职责。请问你去查查这个小金库到底是吴庆龙留下来的还是许乐贵留下来的，你去查这个部分，检察机关好侦解以后自然会，你去查，大众来说，你去查为什么小金库的钱可以拿去买四家，然后农会还要跟他们结账说这里还要计放钱，你去查是否属实。跟议员报告，假如说这个行为是违法不当的话，检察机关自然会就这个。对对对，我们现在的对话啊，我们现在的对话，检察官就会依这个对话来办案了。我先偷偷告诉你，我想检察官所上所掌，跟这关系无关啦。您现在讲你就别听那个，你再去查。当年文化部的仲裁委员会的召集人就是现今的税务局的局长李树琴，当时。他在文化鲁的仲裁里面，他对于文化鲁周边的土地四公顷竟然报以高价 1.3 亿免分地280几万的价钱来收购，向财团这样的支付台东县库的一个钱，我要了解，请你去查查访当时的地政处的处长是否有了解该征收案的土地的报价是多少，你去查当时的地价 的外面市场行情，去问外面的砍刀啊，或是土地中介公司的理事长，你就可以了解为什么当时胡化鲁的土地四公顷可以高达 1.3 亿买的胡化鲁周边的木马网的土地依然是高价的评估，你去查跟议员报告当时的土地架构没有关系，你去查嘛，并不是财政处长，哦，好，你去查这个业务，哦，不是无力说我回避了，不是说我袒护，哦，事实上税务处也注定是有一些啊，李树琴就是当时的小组的召集人，哈，你去查，我拜托你去查查吴敬龙在农业处的任内为什么当时在莫拉克风灾的时候900吨的一级木有聘请保全，为何保全使光光一夜之间900只的漂流木遗失，你去查这个部分跟议员报告，哎，你去查，你查了，你来跟那吴永新秘书打工啊，当时是上面检员，现在你来判，你会把检调机关就这个部分清查的结果跟议员来做说明，我可以，可以，可以，我都尊重你了，好，你查到什么程度，我都尊重你了，行，好，谢谢，我尊重你了，好，谢谢，万一帮了。该我做的，我的法定职掌事项，该我做的，我们一定依照规定来进行，确实吗？调查是，确实吗？当然是。那如果今天小金库的钱确实是说有人拿这个金库的钱去拿电脑，你会做什么处置？那这个部分没有假设性的问题啊，没有假设性，就要切掉机关已经就这个部分，嗯，哦，近期一眼的资料也在进行传唤，
哎，我们就等哦。那你认为小金库存在是事实还是捏造的？这个部分还是要你啊，你个人的调查了。我这个部分你够赢了。我还没有这个部分，我那你还没进入状况，你要有进入状况，你不了解小金库的存在是一个事实，那是一个假象，来说明一下，你认为啊？系属司法机关的侦办的个案，我们不能在这个地方来谈论呐、啊。那我告诉你，小金库的钱炒得沸沸扬扬，但我轻轻告诉你，黄建礼县长说这个是小缺失了哈。检调机关已经在清查了，那我再拜托你去查，等他侦查的结果，我再拜托你去查。吴家清是不是有受益某一个行销科的职员到农业去拿了好几条的那个一条根的那个按摩的东西，请他查查流向何处，送给哪一个高官，好、哦，这你去查啊，你有当查你就给他查，下头书面你就书面，还是你给他要等去管政府，不干，你给他用一下泡茶啊，你给他问啊，说你给他等，这个我要跟议员报告了哈、哦。钱呢已经细数好，那我是我还是尊重单位，因为时间到哈，处长你请坐，也不要紧张了。我希望你哈、哦、查查哈、哦，忠正不阿了，啊、哦，谢谢，希望发挥你的高度的功能了，谢谢单位主席，谢谢。好，谢谢林议员，我们接下来请黄瑞华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主席哈、哦，各位我们县府的官员，大家早。早。主席，我今天要咨询一下，你嘛甲提供一个意见。啊？我今天要咨询哪一位处长？哦，每一位都看起来非常准备好了。诶、阿贵，我对你比较有缘分哈、哦，我还是啊优先来好、哦、请教。黄院长，哎，阿贵，阿贵处长，刚才你不是说不要咨询我吗？啊？刚才你不是说不要咨询我吗？优先了、啊，优先了、啊、哈。啊记得前两个会期哈、哦、是啊、本席有跟啊、处长你来探讨，我们还是金宝皇室的用药是，还有苦茶婆的啊这个议题是。最近两三年来，我们农业处哈、哦、啊也没有编列这个事项的补助的经费。我想啊、苦茶婆它是天然植物的用药。它遇到水啊，就会产生的啊造碱，造碱的就讲像那咧上梅坡安尼啦，哦，上梅坡，对哈、哦、啊这个环境的保护哈、哦、啊也有帮助了哈、哦，也有帮助。我想国内啊的产量因为有限哈、哦，所以供不应求。那么一般也有向我们大陆采购进口。啊，今年的大陆的这个原料哈啊，因为切后市面上切后之后啊啊苦茶婆啊，它本身的价格也节节上升。那农民他本身也有考虑到哈、啊，要使用啊无患子。什么叫做无患子？你知道吗？知道，知道台语怎么讲？以前人家在做肥皂那个用的就是无患子。台语啊，台语怎么讲啊？无迄啦哈，或者麻乌剂，跌破，跌破啊，跌破。以前农业时代哦，因为经济比较不好，都采用这个来洗衣服。我有用过。采用哈。我用过但是哈、哦，但是价格哈、哦，也是让农民哈、哦、望之却步了，因为无患子的价格比我们苦茶婆的价格还高嘛。因为一般都用有机的嘛。目前来说哈、哦，啊，一公顷的这个稻田哈、哦，它使用的苦茶婆是八包。八包上的价格大约在于啊1300左右。那如果你用采用我们的这个啊化学药剂的话哈、哦、啊一公顷大约差不多1000块的上下哈、哦、1000块的上下，所以啊这个两者的差距在300块嘛哈、哦。那虽然苦茶婆有比较贵一点，但据我调查，农民的啊用药哈、哦、的观念哈、哦、啊都有进步。因为啊，它还是采用哈、哦、我们苦茶婆哈、哦、啊这个价格比较昂贵的来防治我们金宝。为什么呢？它除了对于我们的环境、对我们人体啊的保护之外，而且对于我们未来哈、哦、啊稻米的这个农药残留的检验哈、哦，务必要小心哈、哦。所以他们宁可哈、哦、来使用啊这个苦茶婆哈、哦、苦茶婆。所以如果苦茶婆、哦、如果再贵的话、哦、那
农民有可能哈啊走回头路。为什么走回头路呢？他还是会去买这个化学的药剂，哦，在这方面哈啊可能哈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生态哈，有生态。所以我很纳闷的，哦，我纳闷，而且我又不懂得为什么我们农业处哈啊对这个哈这么简单的事情不编列，而且对于我们农民有利的事，对于我们环境的生态有的事情哈，我们农委处为什么不编呢？我要请教啊，处长你来说明。因为我今天诉求的理由就是要你让你知道说什么叫做苦茶婆。苦茶婆的时候泡的水像那个上面破案呢，哦，上面破案为什么你农委处你不要编这条的经纬，请说明一下为什么？为什么？谢谢黄议员哈，你对这个议题来讲，我真的非常感佩了哈。你从去年提这个议题，当然我们也很慎重的跟你做答复了哈。在总质询的时候，你也有提出来，当然你也提古茶博以外，另外也提到那个老鼠药嘛，你都提到哈。当时在县政总质询的时候，你也特别提到这个议题，那县长也在场啊。财经处的处长也在场，我们当然在我们农业处的立场就是说，朱丁，你也懂点嘛？在我的立场来讲，我跟你的立场是一模一样。只要说我们县府的财政能够编出来的话，我举双手双脚赞成。我其实跟你的立场是一样的啊。当然也很感谢哈，你多次的发声，让我们将来在预算的在编列当中呢，我们能够再把你们的看法，然后跟我们的看法来结合起来，然后再继续的争取。这个是当然，处长，我要了你的答复，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法令规定不能编列这一笔的预算，或者是我们县政府财政不好？你讲到重点了，就是财政不好吧？好啊，你又是说财政不好啊？是，我帮你找钱，你可以吗？你不能从其他钱挪啊，因为那个是不是我可以帮你找钱？你要从财政处那边挪啊？你不用这，你不用，你如果说哈，我帮你找钱出来，你就可以编列哈这一笔预算。不好意思，你不能说切那个预算那个算，你认为很重要的，但是别人认为这很重要。我们在我们来讲，每个议员的意见都很重要。但是你们财政处不一定哦，全部都编列预算都是重要的啊，是不是？你今天身为农业处的处长，你要照顾农民。而且你本身又没有务农，你不身历其境，你根本没有办法了解农民的辛苦。我想所谓的务农，所谓的照顾农民，假如说用补贴的方式，我想这是我们过去中央政府、过去的政府在选举的时候都常讲的，只要能够对选票有增加，我当然补贴你啊。但是里面有钱啊，朱弟，你讲那个话都不合乎逻辑了。因为你说没有钱，我就找你们那一处的钱来给你编列这些。不是，议员，这我不赞成，可以吗？我不赞成，不赞成，我要赞成啊！像你在买东西的时候，我不能说你这个不买，你为什么你要排斥这一笔预算呢？你们俩没事啊，排斥这两回事啊！你不能说你重视的别人就不重要啊！你讲的很重要，我们接受啊，但是你不能说别人就不重要。但是你们编的预算审查是我们议会啊，但是我认为你这一笔的预算哦是不重要，可以轻重缓急，那有挪用一点来补助我们。议员，假如我们其实你也很清楚嘛，你也当然清楚啊，我也讲得清楚，我也当过镇长哈，议员不能哈，不能追加预算啊，你也知道啊，你当过镇长你也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能？我把其他的科那个是哈金额不能追加，项目可以。为什么不行？那个编的预算你不能做，你编的预算我其他的科目，因为这是你教我的，我可以删掉一点来你教我的。以前我们在公所说，你教我说哦，代表会不能随便增加预算，这是你教我的。搞啊，公开啦，你也公会塞，我帮你找机会，我从你们找的问题啊。这个钱不是我们说我们怎么编就怎么编的、啊。议员，你的意见我会在这一次，我还要注意我这一笔的这个有机的部分，我们再继续来编，继续来争取。像上次你讲到那个老鼠的哈，后来才知道说是屏东的老鹰哦，出事有红的那个公老鼠话，你也搞我。我顺便说明一下，我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开始，我们跟中央要这个经费，也特别跟他讲了好多次，也发公文去，他讲说从三年前因为。
那个屏东的老鹰吃到红豆有农药的关系，农药的关系。起码这边我这么讲吼，你听我讲一下。是是，因为中央吼农委会，他并不是啊不肯给你们编那些预算，是中央不补助你们县政府。但是你如果自筹财源可以编的，他又没有规定你不能编的，是不是啊？你对吧？这个我想，我不快解题啊！你议员，我想你讲这个话，我是觉得蛮中肯的。我会跟那个戴镇长哈，因为或者是说李你那个都是敷衍啊，从我因为到现在你都是敷衍了事，不是敷衍啊！你骗人了，你脸色我哪什么骗的？我怎么敢骗你？别的我不敢讲啊，我骗林三天也有可能啊，但骗你不可能了、啊。林三天也还在的，不好意思，我骗你不可能了、啊，你太对我太了解了。我啦，你从头到尾你都是敷衍，跟我敷衍、啊，不可能了、啊，我怎么敢骗你、哦？我每一次都遵守的意志，我怎么敢骗你？你当作我是重听了，都不知道你在回答什么，你都是敷衍了事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哦，我还有机会，我还要请教你呢。啊、哦，还要请教。我希望哦，都经过调查我的问题，我们一定在有限的机会里面做最大的利用。而、我们这是有机的部分，在协调看机会可不可以这样，我们来。问题哈、哦，问题你就是没有做，没有行动，都有你最起码哈。骗农民，咱骗钱嘛，好，什么都没有，就可能嘛无，规个拢删掉。你是不是安尼？是不是有咧欺负农民？对吧？你都甲补助一挂，让农民得过。你说好像每次讲都是我删掉，事实上我开始你不编列的，你可以编列啊。第一年有编列，但是中央不补助，或者说那个项目就没有了。所以实际上你有看到经费，我该讲啦，我时间到了哈。以后我可以追踪这些，你如果哈没有编的预算，我还会追踪。是是是，我会帮你找钱啦。是，好，你的预算里面我会帮你找啦。好，谢谢处长。好，谢谢主席。谢谢黄瑞华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洪宗凯议员质询，询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有请农业处长。黄院长，处长，我感觉你多在回答黄议员的方式哦，我个人非常不认同。哦，你的回应的方式我也尝试过了哦。啊，所以哦，我个议员跟你建议的物件哦，你到底好啊，考虑看嘛要做唔做嘛？哦，你的其他的南回县的议员在讲这小米要安怎来推动？嗯，原民处去偷一堆钱哦，来推动南回小米的计划。啊，一个做一个苦茶油是偷偌济钱安尼？回去好好的考量，好不好？跟红眼报告。不用回答我这个问题，你回去好好的思考。我现在问你下一个问题了啊。是是。那个林三天议员哦，前几天有咨询一个案子，咨询建设处哦，绿岛有一个保护区里面盖那个违建的事情，你知不知道？那天我好像有看到那个什么。明天记者要报了。咨询的时候有看一下。那个是不是违建呢？建设处的判定是嘛？可是保护区是属于管水保问题，水保它在之前在102年或103年有申请嘛哈，那个水保还有规模，但时间好像超过了吧？简易水保那个就是那个盖那栋的，它时间还超过了，它申请的有效时间好像是在100几年，然后我们当然我们这个区块我们是管简易水保嘛，它开始在申请的时候是申请还有规模。那时候是水保好像有过嘛？你那个我是不是有水保科长？啊，以前违建的区域，不是保护区。那个违建是下阶段，是不是违建？是不是下阶段？但是他前阶段一定做水保嘛？我把先说同等说明一下水保的那个当时的状况。好，没关系啊，我就提醒你啦哈、哦，那个这个案件哦，回去查一下，这样好不好？水保的问题是不是要先说明？直接就你们跟建设处一起处理啦，好，就这样。我们针对水保的问题，违章的问题就由他们做认定了。好了，那个处长，我再请问你们另外一个问题哦。那个在年初的时候，我有特别到渔港那边去哦，咱的护工渔港遐哦，是去讲这个整个区域乱七八糟啦哈、哦。啊，你把动作真紧啦哈、哦，差不多隔灯岗你都有介积极哦，请这个。车辆去遐修嘛吼，听讲修26台的卡车，会用这滴报告一下无？报告一下吼，我当然我讲实话，我对你不敢说谎了哈。你讲哎。实际上我本来就准备清，但是时间点还在，因为已经在通知了，时间点还在研究，可能时间可能会慢一个礼拜或两个礼拜。但是既然议员你提出来了。我们跟同仁讲说，啊，议员既然那么关心的话，我们本来做建设的事情，大概
大概可能大家只有挨骂的份、啊、但是议员既然你提出来的话，我们就配合议员，议员提出来，所以就换议员被骂。不是不是，所以您到底改一杠的两公，阿德洪议员提出来，所以要骂我们啦、啊。那有啊，您提一杠敢讲的，因为洪议员在讲，所以才来清的。本来就准备好要清的啦，因为我们工程就进度到那边啊。但是我很感谢你，你有这个道德勇气，你讲出来，我们真的很佩服你。哦，这个在台东县哦，要道德勇气讲的事情还蛮多的啦。是是。哦，那这个事情呢、哦，希望你们能够，我是很有道德勇气，所以没有你是一样的。这件事情你要继续做啦，哦，不是只有坐那26辆车之后，后面就没有了嘛？现在去看，其实也没有很干净啊。那定期你们后来你们从渔会改那个。这个怎么样？精力刚高的这个基金收得来嘛？给预还给他了，预还给他了、哦、啊！那你要督促他，那督促他把它做好。好，因为现在准备要夏天了嘛，游客开始多了。我们下一阶段哈、哦，会把那个那地方整理，现在已经整理好了，准备做仪式，然后把那个现在目前交易的地方再往北移，移到那个现在在嘉宾那个地方。所以这个大概在今年的都会完成。是，哎，哦，这个渔港哈、哦，哎，护工港啊。是整个台东哦，进出兰屿也好，进出绿岛也好，一个非常重要的门户哦，所以很多游客哦，真的来，我外县市的朋友来哦，然后去到倒倒来，拢讲哇，恁这港口袂像诶那个不知道第三世界国家的港口同款，搁较乱呐、啊。哦，按、啊、你说，当然有一些地方，你讲日本的人的渔港哦，乱中有序，看起来嘛较有感觉，但是咱我们乱中也没有序，哦，啊，就规个该太过乱了。哦，老实讲，真的是观感上非常不好啦，哦，所以怎么改进哦？因为目前除了我们整理之外，一定还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是，你看我来我去了啊，你请了啊，馆长要去看也不搞招啦。哦，馆长去啊，讲干那满天满地拢馆长走。我们今年内，我刚才讲那个，今年内都一定会做的。我们后续的经费都已经在。啊，不紧啦，馆长去收割，馆长要负责任嘛，伊要改要用好，伊要做不好，我就来遮骂。是是，简单，阿斗也正经。我们大概在十二月之前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嘛？十二月之前，好、哦，十二月之前的这十二月之前会把这个事情处理好。好，这个。他当然使用的话，可能到明年初，但是这个相关的工作哈、哦，到相关的工程，我们会在十二月以前把它处理。啊，人绿岛的南寮渔港加这个南署的哦，那个另外两位议员哦，也经常在跟你讲了啊、哦，这个一定要处理啦。是。好，谢谢，这个请坐。再来有请那个管理处长，处长，我想请教一下哦，我们现在那个 ATT 啊，是 ATT 现在那个进驻到那个地方去哦，预计什么时候要开幕？六月底。我们已经完成点交的工作，对，我们现在是预计是六月底，因为他现在还在有一部分还在招商的。那我同样的问题哦，昨天问了原民处那个贝壳馆哦，那个长得像贝壳那个波浪的海洋那啊。哎、欸，对，就波浪的、那个波浪型的那个哦，嗯，工程延误了六个月，请问你们的那一个部分工程延误了多久？我们的工程原定工程还没有变更设计之前，预定的完工时间是什么时候？你说我们那四栋对的部分吗？那是延误多久？我预期有一两个月啦，那一两个月而已哦。原本还没有变更设计之前的完工日期是什么时候？来，科长，请回答。回复一下，来，许科长。应该是从104年的八月份开工，要210天的工作天。210天工作天，那应该是在105年对的年初要完成。哎、欸，对，当初所以是2016年要完成嘛？2016应该说2015年年底啦，对不对？原本的完工日期，这样推估的话是。那后来经过变更设计之后，在实际的完工日期是在什么时候？变更设计完成之后，然后还有一些增加减工作，总共结案的时间是在105年底。啊，105年底。2016年就对了，2016年的十二月份，对，整个工期可以让它延长一年的时间。105年，它到底变更了什么设计，可以让它变这么高明的变更设计，可以让它延后一年的时间？哦，跟议员报告，因为那个中间大概有一部分是原始的设计哈，它的有一些项目不清楚，那为了讨论这个部分，所以说。
花了很多时间把为了要把工作做得更完整更好，然后避免以后有太多的一些使用上的不便利，所以说当初在变更设计的在讨论的阶段就比较花了很多时间。科长，我想问一下哦，这个整个过程哦是都你们这边弄还是上面有人在指导？哦，这个是我们业务单位在跟承揽厂商还有设计单位我们三方沟通的部分啊，他怎么你所以他可以变更一年啊，就变更设计之后给他延长一年的工期，这是你们这边决定的吗？中间没有给他增加那么多，中间只是说我们有停工的部分，停工来检讨。为什么会有停工检讨？对，为什么会有停工检讨？因为我们有些工作必须要先厘清图面跟数量要确认之后，然后才可以执行。两位站着好，那个我们请李处长。通常工程都是这样啦，因为你一个设计哈，在施作的过程里面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数量没有编到啦，或设计有点有问题，所以说像这个案子哈，就是中间就有先办停工，然后再来检讨书面哦，是不是要追加减预算哦，然后还要再议价，所以这个时间有点时间很短、啊、延误了一些。是我来讲啊，我相信你跟徐科长啊、哦、是因为你们两个为人我很清楚啊，也都蛮认真的哦，但是哦有民众来跟我讲的故事哦，让我不免怀疑那个余处长，那个后那昨天对王邦贤王处长回去有没有跟您讲？有西干八个代志你知不？什么时间榜绑标的新的类型，绑标的新的概念，时间绑定灾啊，没有哦，你回那个回去看看昨天跟前天的录影带哦，我明天有，我等一下有带，因为等一下还有事情啊、哦，我有登记到的时候，我再跟你们说明上面叫时间榜啊，哦，啊，管政府咧做时间榜的代志哦，实在是太厉害了，这个回去你要好好的查。原民处的部分跟这个管理处的部分，哦，在这个上面是不是有涉嫌这样的嫌疑？哦，谁有这个权限可以给厂商这么大的包容时间？本来一年可以完成的，现在我可以到，因为到了你的手上，是我标到说我可以到两年，哦，可以宽限这样的时间。那其他这个厂商，如果是不是老板要的，有何事？一当一来无做料，赶紧发落去。哦，这个概念啊。啊，那个回去再看一下录影带，谢谢。好，谢谢议员。好，谢谢洪宗凯议员。我们接下来请谢贤玉议员质询讯答时间十分钟。谢谢大会主席，各级处长、各科室的主管哦，我想请教一下哦，这个农业处，我们立岛渔港那个外堤啊，是。去年的台风到现在哦，没有抢修，没有动静哦。报告议员，上一次你在议会提出来的时候，我们有特别追踪这事情。中央后来是核定了500万做规划，这个我都知道哦。啊，现在目前进度是到处长，其中目前大概规划出来大概是其处长查到3亿。你这个事情我私底下问你，你也跟我讲的哦。是你这个设计规划哦的这个款项下来哦。不过我一直认为说那个外堤那个地方啊，刚好是港口的要冲，就是等于是它进出港的地方。是。上一次我就跟你讲过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今年台风再来，再把那些现在已经残破不堪的那些土堤，那些消波块再往这个港的港门口那边再推的话，这个工程就浩大了。这个台风如果今年的台风再来，要清那些的话，就不是可能绿岛的那个交通的这个断了的这个时间，就不是一天两天可以处理哦。所以我在想哦，灾后的抢修跟一般的工程哦，应该要分开哦。你看这样扎个眼睛一年了，现在五月份的台风季节又到了，我忧心忡忡的啊、哦，就是那个灯塔也，港口的灯塔也断了一年了。那一个灯塔是引领夜间作业的渔船要进港的一个指示灯啊，到现在那个灯塔也没有弄好，那我就不知道说。像这样子的这种
你们的这种态处事的态度哦，怎么能够让民众哦有感呢？哦，我上一次就讲哦，你像我们这个游客的登船的地方哦，那个铁皮屋，去年夏天台风吹了，有的铁皮屋已经在那边晃了哈、哦。结果东北季风一来，那个铁皮啊飞下来，那如果是飞下来去砍到百姓的脖子或什么啊、哦，那新闻就大条了啊、哦。所以从这个卢学昌处长现在交给我们管理处处长了，我是希望说快一点。如果说你要用整体规划，然后在两年后或三年后才看到那种成果啊，那这一段时间里边如果出了问题该怎么办啊、哦？所以我民意代表，我就是站在百姓的立场。我老是在我的脸书，在我的赖里边、族群里边，老是看到这样的问题。这个问题是不应该出现的哈、哦，也不是因为我这个民意代表哈、哦、没有好好的监督啊。问题是你们的观念没有改变了、啊，抢修就是抢修，重新规划设计是重新规划设计的事情。我是希望把这个事情啊、哦，把它理清楚啊、哦。还有哈、哦，处长是上一次台风我们在成功港的那个这个船啊，要运补，还有这个运输我们的这个绿岛的这个百姓要回去。哦，还有一些绿岛的百姓，因为慢性病的一些老人家要到台东来看病的啊、哦。那这个一个台风啊，就七八天没有船可以搭。那富冈港的，就是太多的讲的，刚门啊水业的问题哈、哦。那我现在的意思就是说，上一次我就跟你处长拜托了哈、哦，我们是不是在十月份我也跟县长讲啊？我们有灾害准备金，有第二预备金哈、哦。啊，注定你莫觉得关联工啊，莫干春工西工有钱。其实我跟你讲，在非常时期啊，你不给人家补助，你用拜托的，你拜托了三天啊，他都不一定要答应你啊。啊、哦，如果你补助，这个指挥权就在我们手上，因为你拿我的钱嘛、啊，弄一个 SOP 出来，绿岛蓝屿。那个包先生，你这个意见非常好哈、哦。我想这个部分我们大概从两方面呢、啊，就是说比较长远来讲的话，我们在新港也做浚升，将来整个设施哦，我们大概报5000万，希望他能够做将来的开通港。处长，另外补贴的部分，处长，补贴的部分，我今嘛哦，那听到你在讲你报偌济，报偌济哦。补贴的部分这样啦。啊，我都报没掉。请帮你。那我也有些嘞啦哦。你们在一个月内赶快挂机处，还有跟船路公司、跟船公司啊，好好来协商一下。一次协商不成，两次协商不成，三次，在六月份的时候，台风季节来临之前，把这个 SOP 弄出来。你一般船，比如说今天台风过了，富冈港阻塞了，我们就从成功一般船到绿岛，我补助你多少，然后你收回的那个是你去补贴的，我补助没有办法全额补助嘛，但是总是你要有诱因啊。我是认为说应该把这个定出来，我们要说每次台风的时候，你跟我两个都焦头烂额。包爷，因为刚好今天管理处在这个部分，是不是请管理处来答复这个部分？好，那个就是上次议员有讲到嘛，如果富冈港，那个处长你请坐哈。富冈港像去年莫兰蒂之后，富冈港没有办法进去，那离岛的交通的船，哈、哦，就转到成功嘛，哈、哦。那所以说这样的一个疏运的经费，当然船公司他不愿意会自己吸收跟负担，所以我们已经有拟定的，就是如果因应天灾，离岛交通中断的替代的港口的疏运要点，这个补贴要点。那不过因为我们迁出去要汇到很多的单位，
那所以说现在相关单位有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会持续再来沟通。有意见的是不是花你的户籍啊？啊，大概都是经费上的问题，所以我们会再来沟通。那赶快哦，因为我现在开始就穿了蛋，就是因为台风季节又到了。知啊，我也是在赶，所以我们会赶快把相关单位的意见哦，跟经理一下，不要让沟通，不要让一个县议员干得像村里干事一样啊！小小的事情都要村里干事这样，都要这个议员像村里干事这样跑来跑去的哈、啊。是议员，我跟这些建议很好，所以我们有在努力。处长，我才多少说袂记一件哦，其实你是农业处长哦，因为你一段时间敢那无伫哦，所以我代替你去处长来帮忙啦。系啊，伊代替你去新港遐后面啦吼、哦。我才多少说袂记一件，我都一直认为讲农业处的代志啦吼。歹势啦，伊阵我拄好出去办旅展啦，所以无伫过来。好，那处长，现在那个陈升演唱会哦，十月份我把东莞处要支援我们60万，但是他有一个先解的条件，如果是民间的团体啊，他是没有办法把这条钱哦拨出来，那一定要县府来承办来主办啊哈、哦、他才有一个对口单位。那我也跟处长你讲了，也跟文化处长讲了，那一天我跟县长已经讲了哈、哦、差了个120万应该是不是问题啦，120万其实陈升哦，他演唱会不止120万，他是要我们公家机关，他有一个名目说，哎，他到绿岛来演唱会，他120万，其实他的专业的专属的舞台灯光跟音响啊，就好几百万，但是他会去找他的赞助厂商。那这个不收门票的演唱会啊，在绿岛曾经办过两次，100多万啊，可以在绿岛淡季的时候，给绿岛差不多有3000万的这种产值啊。我想哦，这人讲掠鸡仔掠米啊，啊，咱即摆米有啊哦，这只鸡仔掠到，所以讲我认为哦，我们这个月大家都忙着在开县议，这个开议啦哦，开这个议会，我还是想说哦，管调点哪里无用哦，我看恁处长或是文化处还是你管理处，哪一个处你们赶快找出来，然后看哪一个承办，我给陈升的这个经纪人桃子给他一个对口单位联络、哦、包括他以后要怎么样来跟这个演唱会要怎么样来配合来做，这样子我看处长好不好，文化处长你们两个处长谁愿意给我拍胸脯，由文化处来办好了。好，那时间到了吧，第一响还是第二响？不要想了，那等一下我再登记哈、哦，谢谢，请坐。谢谢议员。好，我们下一位请林参天林议员发言，请谢议员可以准备。谢谢，大会主席，再次感谢你啊，那个许处长，许处长，我嘛轻声甲你叫一个处长啦。啊，谢谢。你若要伫台下像黄伟华议员咧，甲你问你的态度安怎吼，你以后足吃亏啦。你拄只有讲嘛，都你会当骗我俩嘛，是不是？嗯。是不是啦？你在场啊？是不是啦？我早都讲的啊。是啊，你有讲过无？你会当骗我俩嘛？嗯。是不是？你都当我讲啊，我也讲。你讲无？我也讲吼，有诶代志吼，伊讲诶，伊若认真问，我当然认真回答。啊，你若甲我问我，啊，你若有诶代志，你问诶无正确，我但是我袂当甲你否决，所以我都爱甲你另外一方式甲你回答。做厉害，我马上一句话互你啦。是，请保重。请保重，是多谢。公安人数，来，确定。现在的新站在整个工人在试做。是。就新站的一个停车的问题，未来我要看你的融资，是你出租的厂商。非常的得意，管理的非常的恰当，用你的智慧，我只叫我来给你批评了哈。你今天嘛，我们实习当天，新站的周边是否有公厕？老人是不是要如厕的时候能不能方便？你用你的心思去想一下就好了。好，了解。解公厕，要去上个厕所还走很远，情何以堪？你看老人这样要上厕所走很远，你很高兴是不是？不高兴啊。你会不会高兴？当然不会。那你会怎样？我当然要改善啊。你要怎么改善？所以我让我了解一下，因为他现在公厕设置的位置跟现在是不是一样？我及时反映，找观光业者去实地的现勘
看哪个地点适合做公厕，适合做樱花组的多项服务，包括不爱板凳，哈、哦，这轻轻给你建议，这样就良善了哈，不欢迎啊，好、哦，希望刚建构的台东车站，让人家外县市来这里观光旅游，看到这个设计者、这个管理者是一个有智慧的，请坐。要有一个友善的环境、啊。对，哦，就这个，对啊，所以啊，你跟许处长两个相处，在业务上也要做一个友善的沟通。那个地震处，点清楚，确定。一，我给你报告一下哈，阿麦要感谢恁的赖科长哈，赖科长请起一下。你在解决人民的苦难，在服务的项目哈，做的确实是不错了，这小和尚也看。那我在这里也轻轻跟你建议，未来如果有人民的情愿在测量的同时，希望你们也同时要求看是否跟林地人一起指界，好，安尼特别走行丢温呐。是。好，科长，谢谢你，科长你先请坐。谢谢。那个处长，你为何在国产署，你宁愿放下你的身段来到这里做这个位阶？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在国产署中央单位派出单位，他必须要轮动。是，因为你对国有财产的给我土地非常了解，是不是？哎，不是，因为我们要调动嘛。没啦，是不是你对国有财产给我土地？当然啦，因为我在那边很久。是，但是我认为你回来这块有阴谋的啦，你注意听到。吴建明了解到你对这国有土地的相对性的关系真厉害，所以只能要叫你用国有土地当后台当管手，以后再用 BOT 用地上权。我请教你，台东电影城的一个月的租金多少？我现在因为很久不记得了，忘太久了。以后如果我跟你谈到跟王建明的相对性的东西，我拜托你以后赶紧说，议员我忘了，好不好？不是，因为台长，我可以跟议员讲，我可以回去再问一下。哦，买下来了。今晚我几点？啊，你是桂林酒店旁边那块土地？七十年的地上权，因为你是一个台东的县民，你认为这七十年对台东未来是一个良善的，还是未来会影响后面人施政的一个方针会错乱？应该是安尼讲啦，就是说，公平性吗？我只要在，因为所有的，我的议定嘛在听来的，我刚刚议定来做的管定嘞，对不？卖房有料料啦。对，不是，基本等于讲设定地上权，那里中央地方弄完来走，也要看你当时。不会太久吗？你认为不会太久吗？因为国产署也有七十年的。好了，嘿，是。那你再继续七十年，看过当增加无？加澳瓜当个增加。跟你讲，你讲未听啊？哈。是不是我还没合作嘛？人家就。好啦，合作了哈。那你能不能提供，就台东所有的 BOT， 包括地上权的合约书，把它提供给我们每一个议员，可不可以？是说我们。台东县府的，可不可以？县府的，因为现在不在我经手的范围里头啊。不在啊，谁经手？要看。看当时开案水晶手目的是 BOT 的契约书在哪里？要看王建平把它拿出来，要看他在哪一个局处了，这个我真的没办法。税金处那个地上钱契约书把它拿出来等公布吗？隔壁的那个书籍啊，你的容积率不足啊，你为什么乱搞啊？审计室已经可以纠正了，改当没法没听。周副处长，来，我拜托你，你自己在过来查一下，我每天在报你，我公众都没有你记，哦，帅哥，那条你也去查。这税监处你知道吗？我了解。现在是不是盖了一个饭店？好，我也拜托你去查一下，他容积率有没有违法，好不好？好。哦，这你内行的啦，你每天也内行。好，我也要感谢你啦。当年你跟龙组长安尼杀手起来，安尼把台东吵个寸草不留啊，这嘛是一件好大事啊！我想我们今天针就个案，我们会来做了解。我们都针对政风啊，政风问题端正。谢谢议员啊。那你再请起一下那个处长。当年九百字的漂流木，请注意听哦，有请保全，你是否可以去了解？保全公司当时在进驻的时候，为何高级木材会不见？你就查这个就好了啊！啊，你户外主要多了，啊，那好，啊，你不要户外多好啊，你不要户外买到没有了，哦，这是你的良知啊！我们依照规定来做了解。对，好了，不要知识化了，不要知识了，不要什么？卖这些了？你敢直接跟他查？你敢跟他查？正常叫领基金会，你敢查吗？
我想只要是违法，我们就依照职务来做了解，然后依法来做处理。我想我们今天是对事不对人、啊、当然好，那你的意思说健康家庭基金会你也敢查就是了，很多假设性的东西。好，那你敢不敢查了？今天没有一个客观基金，那我要求你去查。这个基金会不在我的业管辖，怎么不在你的业务？属于教育处的管辖的业务，教育处管辖的业务就是你的业务。这个不要推，我要好、啊，我要继续推，我要了解，你继续推了、啊。这个有在录影了、啊，哎、啊，当然会看你的脸了、啊，哦、啊，按摩你上了、啊，拍挂了。我最后的晚年的话，我希望你伫台东啊，是做了真正好人，我跟你额落头了。啊，今麦咧跟你讲啊，你要做唔做拢随在你啦，啊，这点事拢会交代了。我没有，我要还我的依法做，自己要自爱，依法做该做的事情，依法该做的事情，做该做的事情。好，那很棒，那我给你掌声，好不好？这好，小姐，够了，我要给你掌声了。好，我要给你掌声，许处长。今天已经没炸了。做任何事情哈，本着自己良知就好了，没有人要跟你为敌。报告一下。真的没有人跟你为敌、啊。我给你报告一件事。主任，你听我讲。你哪会听？你先听我讲，你先听我讲。哦，好，是。如果你能够释出你真情的流露一个善意，为台东、为百姓，在做事情、我相信这个社会会转变，人家就不会这样苦苦的一直追杀下去了。那因为你的态度，我讲实在的，你会害了很多人啊！我经过前面上来一点哈，我跟你讲，为什么说跟你讲不能讲实话？为什么不讲说讲给你听了、啊、哈、你那天叫我再找党会，叫我再回去民进党，跟刘兆先争县长，然后跟县长当敌人，我当然不要啊！所以我跟你讲，我讲我实话就这样啊！我跟你实话讲，我讲听啊！你这块我蛮敢用的。我跟你讲，你这美中都行，随便跟你考验一下、实话，我跟你讲实话。那你要不要就你要不要入民进党啊？哦，我现在跟你讲实话，你就不高兴了？对了，你要不要入民进党啊？我现在是那个失联党员嘛。那你要不要入民进党？是执政党在台东最重要的干部是你嘛？但是你的意见我。你丢我，不要扭曲事实，不要把它歪到旁边了。我现在跟你谈什么？你现在跟我谈什么？好了，没有关系的。不是 你要不要入那是你的自由啦、啊、你当初跟吴敬立怎么讲你要大大方方走进台东县委、那现在呢我现在也天天走大门啊你走大门吗你敢走大门你走对得起吴敬立拉拔你啊我现在也可怜虫人啊对啊人家你砍成你用这款台东我现在走大门我走大门、没有关系人家吴敬立现在也在看了是是人家怎么当你怎么疼惜你怎么拉拔你的啦是啊你敢否认说他没有拉拔你吗？我从来没有否认。是吗？那个市长帮过你。你不是对吴敬立不敬吗？不谈这个。我们谈公领域。是。我希望，在整个团队里面，你依法行政，不要去害了你的同仁了。是。谢谢大家主席。谢谢议员。谢谢林参天议员。我们接下来请谢贤玉议员再次发言，询答时间十分钟。好，谢谢大会主席。那个文化处长。那我们刚刚谈的那个陈升演唱会啊，那个大概经过我们这样私底下谈一谈，应该也是差不多了。是。那现在问题就在于，因为他这个陈升的这个他们这个演唱，现在到十月份了啊，应该是时间他们要筹备的时间，还有他要拨开他别的那个的话，他很急了哈，一直打电话。在询问，那我也不能给他一个明确的答复了哈。那如果是可以的话，我就想说，处长你们这个如果要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就赶快哈，在虽然在开议期间大家很忙，但是我们赶快找个时间把它敲定了以后，然后我把我们议员一些补助款，还有东莞处他也要我们主办单位啊给他公文。那必要的话，我还会去跟。东莞处的处长啊、这个去跟他拜会一下，那60万确定是没问题的哈、然后再加上议员的补助款这样子，各地的这个补助这样应该是够了哈、处长你看看 ，OK 吧？报告议员哦，我想是不是后礼拜哈、看议员方便的时间，咱就甲伊的经纪人桃子哦，咱先见一下面，咱先讨论一寡大方向。
你讲要叫陈生的经纪人，经纪人，可能用电话吧。然后你叫他从台北下来的话，因为这做的一个大型的演唱会哈，有很多的细节必须要讨论，他可能还是必须要来一趟会比较好。好，好，那我配合艺人的时间，我们随时只要，因为下礼拜是总咨询嘛，我们找个下午的时间，好，我们科长一起，然后我们就把一些细节都讨论起来。这样 OK 了哈，因为这个好事一定多磨哈，对啊，那个也事前的准备充足一点哦，但是大前提就是我一直在。一直他我当四年快五年的主席，四年四个月的主席啊，他到立陶去，他碰到我，他喜欢立陶，他到立陶去碰到我就是要这个经费。可是我主席啊、哦、主席只能监督那个经费，又不能叫他编这个经费啊、哦、那这样就到今年他来，也是你们文化处办的，应该是铁花村的那个，然后他就因为来台东，他就回进立陶去，他进了立陶，他就透露一个讯息给我说，看看这一次能够把这个陈升演唱会再圆满一次。那我就想说，既然有这个机会哦，俺都给变化嘛样哦啊，所以讲我属弟啊，这经费方面我尽量我让你管政府哦，额外方面再找过来你开啦哦。但是若无搞不足的小小的所在哦，我嘛甲管政府讲接看嘛样哦，管理处啊是你文化处啊，若无，搁叫民政处呀，搁接看嘛样。哦，啊，这样注定我们，我就说下个礼拜吧，哈、哦。那你先敲一个下个礼拜几的时间，然后提前几天跟我，给我知道，我就叫人家跟桃子联络一下，看看他的时间能不能，我能巧解啊，哪落来，开西兰斗，哈、哦，啊，有机会的话，我再到东莞处那边去拜会一下处长，人家给钱了，总是不能。好，好，处长也请坐。那个管理处处长、美女处长哦，这个咱那个亲近农场啊，一些山地部落的，这个就是原住民部落的这个民宿啊，都合法化，就地合法。他那个有什么条件？亲近农场是不是全部就地合法？我是不清楚，因为他好像还要经过都市计划的检讨之后，土地要符合才。这样好不好，处长？下午你了解一下，明天我们再来谈这个问题哦。不过我是这样认为啦哦，现在立陶有四十几间不合法的民宿嘛，对不对？数量我没有很清楚。哎，就是蛮多的就对了啦。对，蛮多的。哎呀，那这个民宿业者哦，一直跟我反映啦，看看能不能比照这个原住民部落的这种民宿啊，该百姓我们该做的消防该改善的该什么的设施全部弄好以后，你可以给我执照，我也安心的营业，然后我也符合你政府的各项规章哦，包括你每年要来这个消安的检查什么的我都配合哦，这百姓哦他有意愿这样子来做来配合，问题是我们的法令多如牛毛把它绑死了，那绑死了以后呢，就在这种灰色地带啊，其实说实在话对民宿的业者还有去住的游客确实是不是一个保障、哦、那这个问题我想说一个下午如果你没有办法去了解的话，我们就在这个执行的时候，我现在就可以回答你了，因为我们正好有南投县政府调来的科长刚问了一下，其实亲近农场它其实还是涉及到土地的问题，所以他们现在要新订都市计划法，看能不能有解套，那目前其实也还没有解决，因为都市计划的程序其实还蛮冗长的，那绿岛的民宿一样也是牵涉到土地，就是都市计划法的检讨的问题，所以这个还是要回归到都市计划通盘检讨的时候赶快来处理这个问题，不然如果土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那民宿合法化的问题也没有办法解决，根本还是在都市计划的土地上面的问题。对啊，那个我知道卡到像绿岛的这种法令哦，多的是山坡地的啦，哦，还有这个保护区的啦，
啊，保护区最多了。对啦，保护区啦，然后现在来，如果再来一个海岸瓦，然后再来一个，哇啊，这个很麻烦的哈。但是，所以根本其实一直以来在讲绿岛的问题，其实都是计划，都是计划通盘检讨这个部分，真的就是要从根本还是要从那里去解决，不然的话，一直我因为我们民宿的管理毕竟是在后端。那前端的土地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我们这里就是没有办法发展。不过你处长，你有一个可以有时候在跟中央如果部会有开会或是什么的时候，你要反映一下，这个绿岛用小小的地方啊，建蔽力跟容积力啊，绿岛就是一个岛嘛，然后它的所以它平原的幅地不多嘛，那你这个建蔽力容积力哦。这样子跟台东跟一般大都市的这种这样子的那种限制啊，实在是很不合理啦，说实在话很不合理啦，这个怕犯了这个叛国罪啊，要不然绿岛真的要宣布独立啊。你们订定的中华民国政府订定的法令，真的对绿岛真的很不公平啊。我要这个杜特地法呢，因为你坚持这意见，我们会先签给我们的建设处的都市计划科，啊，请他在通盘检讨的时候一定要考量。好，那处长还有一件事情哦，我有一次在街上，我碰到一个民宿业者，他跟我把车子挡下来，他就跟我讲，他说我们有在办这个民宿业者的这个讲习课程吧？哎，是我们有在办一些课程。他说哈，第一。时间上，第二通知上，你通知的时候，比如说这个礼拜六，你礼拜四才通知，他说排不出来，哦，应该有这样的问题啦，哦，所以我在想哦，这个以后如果有这样的相关的训练啊、课程啊、哈讲习课程啊，是不是能够预先能够早一点通知？因为毕竟绿岛哦，交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不会再发生像这样的事情。今年的话，我们会严格要求厂商一定要提前通知。对，我想那个好好那个管理科许科长，因为他要订机票或是要订船票，不一定订得到了哈。就像我尽量在两个礼拜前就通知。像我现在这个定期位啊哈，比如说我中午要回去，然后明天早上第一班要出来，哇，你讲我现在去，都人家拜托呢。像上海公务票。议员上爱公务票的呀，可是我用拜托的呢，我用私交的呢，因为确实有影，这票真正一票难求啦，哦，所以讲，咱去考量到百姓的他的疾苦跟他的思维哈，所以讲我感觉时间上哦，应该要甲配合一下哈。哦，第二项啊，第一项哦，所以讲处长拜托你哈。啊，荣誉处长，我才不过讲的较激动，但是并无代表讲我对你的对你的能力有折扣啦吼。咱是咱我们不要卖讲咱今年那个状态，就像去年咱徛伫港口啊，永远没有人杀落海啦。吼，哦，我是希望说订一个那个出来，是吼，哦，好不好？大家互相鼓励啦吼，哦。谢谢。好，谢谢。谢谢。好，谢谢议员用个人交情啊来促进绿岛的观光，应该是很多的博感情啊，哦，很辛苦。我们接下来下一位咨询的是王飞龙议员，询当时间十分钟。好，谢谢主席。首先请教我们地震处，处长啊，你第一条有无？有嘛会啊哈？首先我请问你哦，阮地本的第二家电话啊。长化区，你知影无？老弟，你晚上请几个？我即马甲新娘讨论者，讲基本要食到算长化区算第一期嘛，对无？是。哦，啊，迄早期就做啊，啊，第二期，迄，那个都是计划课，等已经编十外年啊。是。哦，就较早迄个第一期了，就第二期拢编好啊，但是吼，咱地震就遮吼，大概每年甲问吼。自我做旅游，到即马拢过来问我讲无钱，还是第一塞个口号是啥物咧？啊，人口无够，吼、哦，第一期还袂起好，第一期的土地还够有土地，但是吼、哦，恁讲划地啊，迄土地已经划落去啊，
啊，连遐每栋遐都拢也无做出来了吼，迄、那个税金照扣。哦，像阮有一个地里啊吼，阮隔壁甲我拢伫遐，迄边上业区的所在呢，迄税金拢用上业区的税金在扣，但是十土地都卖十二多，是啊，你要免人不爱买，啊，你讲着都着好了去啊，那起厝袂当起，哦，起厝那都着是都要起厝要哪起，哦，道面都已经拢有迄十二多啊，啊着。从我吼，从我起底来讲，把这土地征收转来，等我征收定位，吼、哦，定位了，人我知我土地伫底啊，人要起，买卖，唔知要买卖，所以讲我车处长吼，是，这你是今麦打上任哦，你较唔知啦吼，啊，我拜托你，把这个计划吼，你加搁加注意一下，快当提早把这个定位起，吼、哦，我好人，莫影响到咱民众吼，这个。诶，福利差足济呢！啊，我有土地伫遐买卖，无在下卖，啊，你起袂当起，吼、哦，啊，都放伫遐，安尼，人要处理，吼、哦，变作，即摆是目前做农，但是税金是扣迄个商业区的税金，安尼计无哩。啊，即、這个吼，即件代志吼，处理嘛，是，你有法度讲，伫即段时间吼，一早即。好，你在心内底啦，看我那个编这预算无？我等于了解，再去来议员报告。我等于了解了，我再去来议员报告啊。对啊。嘿，是不是？我知影你是较唔知影这件代志，因为经你们两个处理拢知影吼。是。两三日们处理拢知影，但是因拢失控啊！我都即马这吼人口也无够啦，啊过来就讲无钱，我处理这代志，但是已经。已经用了吼，啊，对外迄、那个另外道路，人要建讲基本地区吼，迄、那个资本路三段这段吼，更来防工嘛，大车走，要大车卖了走，大车卖走时，要去运转，要迄、那个交通要对外交通要咯，所以讲，迄条富裕路，就是伫个电视机遮富裕路，透到基本路三段要挖七段遐吼，迄有一条另外道路，就是这个电视机中位。我只要拜托你是安怎呢？你嘛无在身边，你动物先做好了，无你把这富裕路吼，还会再头一条头前条三十米的富裕路，透到这个基本路外四段车吼，三大尾车，这个伊都是用计划拢规划嘛。这条先个做好了，大车会当消一挂大车为外环道，算外环道的基本街路，迄路细条啊，大车一走吼，民众咧反应介危险。所以讲，这请你哦，你才新人哈，才上任的，你唔知啊，拜托你等，甲查较详细好无？好是，好，我查了，再甲议员报告啦。好，你请坐。农委处处长啊，哦，你的生意会使特别好，我知影。但是吼，甲议员的反应吼，你对议员的迄个态度吼，无太好。好，这我伫外口咧看嘛，知影。我系讲，人已经风声讲到年底就知影下你，今年所有基础的经营人无要抬，要抬上个厝，我来讲，你较注意咧。是是，要改进，改进。啊，所以讲，这改进代志吼，议员咧，议员嘛是为民服务，啊，你咪家己要小心咯，大家。哦，是是。我喺外口看我，又过来，个厝顶个要时间小心啊，啊，就干你尔，其他基础上拢唔干。好，改进改进。哦，这是讲啊，哦对。哦。我想问你哦，这个今年多咧就让路。啊，加这个农路啊，加上这个维修这个道路哈，啊，加这个水泥啊，这哈，这今年给你算无？水泥啊，部分是本来以前都冇变过，阮这边本来都冇变过。路的部分，顶个你讲了以后，本来是千二万嘛，即话改成千七万，千七万，嘿，啊，今年做几条啊？毛基建都有做一挂啦，啊，当然议员咱看啊，你建议的部分，冇想大条，想大条嘛，真正一条都做袂起来。我感觉吼，迄议员啊，你白天你讲，人咧处理会晓，佫会晓去甲民众去直接对谈来讲好，是甚物原因？是无钱，还是袂使，还是安怎？还是目前有甚物困难？人基础上落去直接去甲民众吼，啊，甲主办的去。现场会看，跟人解释。啊，对咱
咱个农业署嘛是有啦，考证个我感觉大拢袂歹啦吼，啊，就敢那拢大家拢讲来讲去，拢是处长，啊，处长恁讲，听讲恁有人动有无？啊，这好难办哦，要坐我才好动，恁若有钱我嘛要多动。以前我以前迄当阵我伫别个单位个时阵，我大家嘛去，迄来咱半钱我大家嘛要去，问题主要是无钱啊，真个无钱。啊，像今物来讲，千几万。陈志凡，啊，陈志凡，你都话讲做，啊，要做新人，伊原听讲拢，开拓拢无，拢讲无钱好做，啊，这陈志凡开拓伊，嘛是加减，拢嘛是议员提供的啦，啊，是讲看迄个金额啊，甲迫切性，我这总来讨论，议员你讲的，我嘛是有去讨论，嘛是讨论啦，像你顶个讲的，我是咱用再顺的再修，我都甲编入去内底，啊，那真正无办法再修，这是真正无办法。按咱太用这個，啊，无咱普通市用再修的，你顶个建议足济拢用再修的，拢加入去嘛。所以这个基本也嘛做歹济啊。你顶个讲迄客啊，迄亚客迄嘛，这个嘛八百几万，迄拢嘛是基本的啊。即嘛嘛你时间嘛，迄嘛你建议的啊，迄嘛总你即嘛你时间啊。咱最宝贵可对啦，个人生我知啦。系啊，啊，你讲甲歹讲伤济，讲伤平，咱嘛甲歹势，因为这肯定个人生啊。所以讲啊，无讲也袂使。是。啊是。甲其他议员咧讨论咧咧讲诶吼，诶，这甲金额有，你甲你本身诶预算有关系啦。像过去我那里办单位，大家拢讲我讲啥物拢好啊，啊，迄当初迄钱有啊，这个无钱无办法啦。这建设诶吼，这管理对民众有好滴诶吼，是是，民众有需要诶帮助诶，啊，拜托处长吼，是啊，尽量斗相共。议员你平时提，你提公文做一件事，变做善事啊，你公文。我普通的做起来呢，你起码有啥物意见吼？我会尽量甲记起来。啊，下摆有机会啊吼，都会用一笔。所以你即阵要放心。好啦，你来讲我都用一笔嘿。搁一件是安怎个？是。咱即个农民吼，迄个黄金不能黄金了吼。即啊，搁一寡即个澳门啊，苏阿讲吼。是。啊，真济啊，搁无清位，伊都无钱好清。迄股物啊，放伫咧旁。啊，即伊讲，搁一个去问讲。啊！即摆听讲，即摆在伊迄个垃圾场爱纳钱，目前还未吧？听伊讲，听讲迄市场咧讲还未吧？还未开始收吧？还未开始收。我知影讲，顶届伊咧讲是阁有用一段时间啦。诶，即个吼，我拜托你甲迄个市场遐反映一下，市场所反映一下。我两个联络一下。伊无清就是，伊毋是无爱清咧，无钱好清。是。哦，爱清。即马请来咧，苦个咧按来足侪万咧。不过我嘛利用这机会甲议员报告吼，咱顶届讲老花老叶要转作的吼，报是报对要超四百几家啦，但是实际领到吼无介济，所以因当然最主要是因做的定数也未到遐啦。啊，咱嘛是希望讲吼，因早因开始要申请的，紧去做，啊紧把资料送去农会，送过来咧领钱。我希望讲，愈紧甲这钱。发对较实在啦，阮嘛袂讲希望讲去你管政府遮个生利息，迄利息嘛较少啊，所以讲最主要，伊若好完成，咱就来去办就好啦。啊，时间相关的吼，啊，就介绍到啊吼。好，多谢多谢，以后我会改进，谢谢改进，谢谢。好，是。谢谢王飞龙议员啊，还是一样在资本地区非常的关心。我们接下来请田师雄议员询答，时间十分钟。好，谢谢主席。哎，我的是不是现在请咱荣誉处长？哎，处长你好吼，因为我在电视中间，我有在咱处理情绪，就是讲，因为这目前吼，咱当着农业的内底讲的，讲咱农业市场可怜，吼，就是拢做无钱。拢总无是，甲逐一年拢总无共款哦。啊，当然我讲这是小问题啦，因为我来讲你彻底互你了解，讲真正爱去动用到这活动的经费时阵是有偌重要。因为咱台东目前怎啊征收的数量，大概嘛已经拢过了十家，到这人目前为止。第一就是政府有咧补助咱所有的迄个平地造林，啊，即个已经无啊嘛，吼、哦。
再再来，新的无，这个新的无，民间所投资的，的盆景栽，甲所有大树栽，吼、哦，一个大体甲小体，真正变成嘛投资唔靠这个去，那么就是共同，这拢是靠这政府的将来唔要补助，唔是唔要来补助，将来唔要去来讲啊，但是盆景问题中。无介重视啦，吼、哦。那么本政府，那么伫前几年内底，都是着出边只拢斗下去吼。那本来伫遮来再感谢啦，吼、哦。其实这个盆栽这款物件，伊要做个一项盆栽的成功吼、哦，真正无简单。啊，拢是每一个人的。等每一个人是爱顺提，先提出你做这决策来成功，伊只我就捧出嘛。那么这咱的盆景，但你全世界对咱嘛是鼎鼎有名，啊、哦。那么这个盆景这个问题呢，那么今年要那个比赛啊，啊、哦，那个全国那个全国那个比赛。我想请咱处长啊，这是国务院长啊提这個，但这会议上我才讲出来哈、哦，因为这个问题你政府的倒下手，哦，你无几十万的倒下手，一摆开了100万，真正一打开拢真正拢无钱啊，哦，啊，伊讲讲，咱的盆景伫咱台东内底，这嘛是发扬光大。好、哦，但是你有诶讲要叫去卖出来卖咧，摕来互花来去办展览，这是无可能诶代志。我希望讲吼，咱来促进，伫这部分会当吼伸出一个援手啦吼、哦，啊，但这个需要诶来到帮忙者。啊，搁再来呢，就是讲，咱即要咱的农业，另外咱会记咧，你敢若无咧讲着农业？其实真正真是做民意代表，要来讲下，真正袂晓讲啊。哦，啊，所以我是讲，请处长你吼，因为咱台东农业起码爱有你直接把关吼、哦。是。那么连带着今年选举种种，你也是做得介好。哦，但是对农产品这问题呢，希望吼、哦，你嘛会当比较往年安尼吼。安尼好好来照顾，因为百姓所要求无介济。像咱的栽笋的话，我比一个小外的，咱的栽笋的话，咱的栽笋够有较好嘞，但是这摕到的人，出面嘛个清楚，实际摕到几个人？哦，啊你讲，即目前摕到讲，你讲迄个。看到伊个网啊牌，有诶无诶，起码还是小问题，真正无得解决代志。嗯，所以咱台东农业哦，嘛需要你来哦，将是起码买个海瑞吼，啊，起码一旦靠出境的尽量啊来带扶贫一下咧啦，是，好吧，一个出境的请坐。好，谢谢。再来呢，啊，咱地政署啊，处长你好哈、哦，因为你来做地政署长哈、哦，我是感觉真适当哈，因为你较早的单位哈、哦，我都已经捌你啊，但是你对这土地真正有内行，啊，所以现在目前。咱台东的问题，敢若有这么些传统领域，海岸管理办法，这都拢都了了，咱的土地拢都了了。哦，但是这是政策的，这无法度。起码一块这么现出是发生的，就是被这土地增值的问题，一天一直出来。一天一直出来，一直造出来，因为政令的无同款，变了后，即个所有的一寡租约的，哦，
啊，一寡这先祖的啦吼，才开始一边出问题。我希望是讲，用脑筋的有这个问题吼，啊，找到出名者吼，应该咱嘛是爱来用一个统筹的办法，我都将因这所有问题的解决，不然百姓糟蹋无咯，真正糟蹋无咯，是不是咱办税两个？哦，迄有差别啦，哦，所以这个问题咧，我拜托处长吼，因为你来无介久，但是你嘛真来啊，希望讲就着会到河南台东的这个地震方面咧，会当较成功咧吼，啊，希望处长你多多关心，好，你请坐吼。好，谢谢。好，谢谢主席。谢谢田时雄议员，我们今天上半场就在田议员这边先画下一个休息啊，我们到10:40再继续开始。好，我们继续开会。我们登记第一位行党议员江天寿江议员。好，谢谢大会主席。首先，本席就叫于我们管理处江处长，特别感谢您在地震处长任内帮本席解决了三里部落这个土地的这个问题。我想您的积极的服务的态度我非常欣赏，所以我想再一个任务给你了哈。是，请议员交付。在您前任的管理处处长的时候，这个案子您也知道，也就是苹果旅店后方有一块国产局的土地，后来地上权去世免，由苹果旅店的董事长把它标下来了之后，他希望公部门能够协助他把旁边的这个巷道旁边的巷道有被侵占，能够把被侵占的这一个部分把它恢复，让大型车辆能够顺利的进出。这个案子您知道吗？我们曾经讨论过。很一样的就是前任的陈处长任内并没有很积极的来处理这个工作，后来答复是说没有这一项计划。我不晓得您是不是能够再帮地方一个忙。好，议员，我了解一下看他怎么来处理跟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他牵涉到巷道还有建设处，好像我记得还有国有土地的问题。他巷道的本身已经没有国有地的问题了，他本身就是道路清清楚楚的，只是被占用，被南侧的住户占用了，那如果能够把它恢复，把占用的这个部分，那个占用的部分都是增建的部分，我们现场去了解过都是增建的部分。我们对于企业要到台东来投资，当然地方政府有这个责任协助他排除投资上发展的这个困难嘛，就好比奇力山谷跟桂田酒店一样，我们县府帮他排除了很多的这个不利的因素造就他能够经营成功有利的这个因素嘛，这是我们公部门的责任嘛，所以我想这个工作是不是麻烦您把它接下来。好的，好，那有关用地的这个部分的话，我想沈处长这块土地你很清楚吗？是在你手上标出去的嘛？江处长你请坐哈。是。处长你还记得他的旁边还有一块没有标给苹果旅店被占用？有限使用人的。被占用，甚至前不久才刚刚又被住户占用做化粪池，然后国台署并没有积极去处理这个问题。那个部分跟议员报告，之前我才在国台署的时候，他那个有一些住户的使用是有符合出租规定的。那至于他地下有没有管线，有没有什么，因为我们后来会同原来的管理机关去看，他也没有办法说明。没有办法的。原管理单位没办法确认现在原来的地下到底的管线是什么状况。怎么会没有办法确认呢？就间接就好了嘛。他还有一些别的问题。我这个部分我会后了解完。我想您来再跟国台署那边再来确认，是我们借着这个来厘清嘛，是好不好？那人家花了2000万
标下了这个土地上权，可是在发展上却受到这样的一个限制，那不合理嘛？是，是不是？我们应该要学会它排除嘛？啊，这个工作麻烦，了解了，再跟议员报告。好，再麻烦你哈，阿姨同时也协助我们江处长这边，好、啊，对于那个巷道的这个恢复的这个部分，好、啊，让人家的投资案能够顺利，是顺利来进行嘛，要不然就花那么一大笔钱干嘛？结果买来，你要做停车场也不能够充分的，甚至有一些地上物都还不能够拆除。可以拆。没有，他才刚刚跟我抱怨而已啊，前不久，所以麻烦你再帮忙协助了解一下吧，以你跟国台署的这个关系哈、啊，来协助他嘛。是。好不好？嗯，好，谢谢，你请坐。接下来就交由我们文化处处长。也好。我们南纬公共艺术经过市场的说明会，本席参加了其中的两场，是，那很清楚的发觉到地方是一头雾水，究竟公共艺术他们到底要表达什么样的意见来提供参考，他们也搞不清楚，是不是？您自己觉得呢？开市场这个说明会之后，您自己觉得说明会的结果呢？效果？报告议员哈，总结这市场下来大概有两个疑问哈。第一个就是他们对于公共艺术创作点的提供，他们有疑虑。第二个，这个公共艺术创作之后，后续的清洁管理维护谁来处理？大概有这两个疑点是。但是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知道的是，地方希望地方有什么样的一个构想，可以提供给艺术家来作为参考。来作为艺术家创作的一个方向，这才是真正的重点嘛？是，是不是？地方有什么样的特色可以呈现出来，给艺术家一个 idea 嘛？可是这个我发觉了这两场，我参加了这个两场都没有这样的一个效果。包委员，我们这个是驻村型的创作，也就是说，我们的艺术家25位，我们会要求他到地方、到部落、到社区。试住至少两个礼拜，跟当地居民观察风啊、植物啊、动物啊，哦，碎石记忆，那跟居民讨论互动之后，得出他的灵感，才可以开始创作。对嘛？啊，结果那一天大家是一直都找不到方向，所以后来本席也鸡婆了哈，也鸡婆讲了几句话，是希望能够给地方，不要说了开这个会，大家每一个都很忙，好像都没有帮上地方的忙，又大家又很怕担责任。啊，事实上我们是说把讯息抛给地方，让他们自由去发想，是、啊、然后能够跟艺术家来做进一步的沟通，然后给艺术家意见、啊、什么样的那个创作能够对地方有帮助，而且能够呈现地方的特色嘛，这才是我们的重点嘛。是，那基本上从南纬进来，现在将来要改成隧道来进出，现在深永的是担心改成隧道进出了之后，深永会被边缘化啊。可是深永这一条路线，这一条现有这个道路，它仍然有它发展的这个潜力，尤其是骑机车、骑自行车的啊，或者是想要很悠闲的走的啊，这是一条可以很值得一走的路线嘛。所以我们一定要协助如何让游客想说、欸、到这个地方来，他能够舍弃走隧道的这个捷径，能够再去走这个现有这个道路，让他能够来去认识地方，让地方的产业能够因为这样被带动。然后进到安朔来了之后，台二十六线我们不敢奢望了、哦、大概10年内不太可能了。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在安朔这个地方能够呈现出一进到台东了之后，让观光客有一种耳目一新的那种感觉。其实一直以来地方一直想要推动南田子的这个产业，很希望能够有一个南田子的意向，所以我个人是建议说安朔这个位置哈，在图书馆附近这个位置，我甚至我们可以利用潮化岛哈，就是台二十六跟台九线这个交界的衔接的这个长化岛，可以利用这个位置来呈现出来，哦，比方说要打那么巨型的这个南田子是困难了、啊，哦，当然我知道有地底下有很多以前过去的埋在地下的有，但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可以直接在海边可以采集，然后
利用装置艺术的这个方式把它做适度的打磨，哦，用装置艺术的方式，有艺术家的这个眼光手法来去呈现。当然我没有那个艺术美感啊，哦，但是我是觉得说用这种方式应当一个很清楚的一个意象，哦，这里有出产蓝天使，哦啊，大家会才会驻足，才会了解，哦，蓝天使它有什么样的特色，哦，才会去认识的周边，包括安朔啊周边部落的相关的这个特色。我想我们应该朝这个方向来去努力嘛，是不是？你们的看法呢？包议员，这个副县长召集有一个南回推动委员会，本来多良，哎，对不起，讲错了，南田本来就是南回推动委员会的一个施政重点之一。我相信议员您提的这个，南田跟安朔合并考量这个方向是，非常宝贵。那我想我会跟副县长报告，哎，这个构想是。因为它蓝田史这个特色是其他地方完全没有，是，就只有蓝田这个地方，就大武的南新，南新到蓝田这一个区段而已，别的地方就没有了这种石头，所以这样的一个特色是全世界仅有的一个位置，一个地方嘛，所以我们务必要把这样一个特色给适度的把它呈现出来，好，那因为碍于时间的关系，我就跟您下次有机会再跟您探讨其他的区块。好，谢谢大会主席。好，谢谢江军硕江议员。我们接下来请张卓然张议员。谢谢主席哈。下午一起主管哈。各位科长。在这里有几件事情要建议性的哈。但是这个问题我是长话短说。啊，最主要是还要靠主办单位跟主办的单位的处长、科长哈，还有承办人员，用你们的专业跟智慧哈，在法纪的原则上，我现在发现台中县政府有一个很大的探讨的空间哈。啊，什么都是法令，我就依法规定啊，我就依法规定，公务人员。如果每一句话是讲依法规定，我是认为比较信的一点。这句话不要你告诉我依法办理嘛？啊，依法办理本来公务员就是依法嘛，哈，啊，李处长是不是这样讲？啊，公务员本来就是依法，这个都不要放在对话当中的啊，把一般用词来讲，就把它拿出来谈啊。我现在在讲就是说，农业处长啊。我来请教你，同时我要拜托你，你一定会跟我讲啊，就是上面中央农委会规定，上面规定怎么样？我想这句话我们都不要谈它了。是，当然公务人员，但是你不是一线就是一中央嘛，这个都不在话下。像现在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台东是一个农业的县份，是，但是我们的。农宅的，这个叫农宅对不对？农舍，农舍哈，农宅哈。我们在申请的过程中错综的复杂。其实我们别讲人民不懂，包括本席，我听了嘛是不少少的地了。啊，其实县政府农业处的主办单位应该要告诉我们简单重点在哪里，这第一个，第二个。如果说中央规定的法规跟我们台东现在台东的需求的状况跟农民生活结构情形，如果说差异很大，应该主办单位、主办处啊，农业处应该反映中央。我们不能因为宜兰的问题，然后把全国性都把适用这个法令的规范，因为它是有一点带处罚性的东西。我们要让它健康的发展，健康的推动，这才是造福人民嘛。你现在不是啊，讲到农舍的问题，大家是头痛啊，认为这个政府就是百般的刁难啊。这第一个观念，包括本席的想法都是这样啊，宜兰的事情来造成了全国之间所有做农的不便，但是你县政府本身来讲，农舍的问题你要规范可以，他是不是真正务实在做农的？
这个的鉴定跟判断应该跟我在操纵买农地要盖农舍的人不一样。你在户籍上就可以鉴定，在地方上就可以调查，应该是这样啊，哈，是吧？有没有道理啊？是，啊、哦，这个农舍我之前听很多，这个那个那个这个，我真的听不懂啊。如果说我这个农舍我买来一年半载我就要盖农舍，当然这个是不太一样嘛。啊，如果说我在这个地方就住了几十年，啊，他的阿公、父亲、儿子都在做农，啊，做农你如果用这种的方式严格要求他，那这个农民要怎么办？买鉴定买不起，就算你买得起，当地如果没有，比如说我住在这个乡镇，我到外乡镇买房子，就是房子让我住，那我从事农业怎么办呢？啊，这个东西哈、哦，我想说要拜托你，处长，你是很有价值，你是很有魄力的哈、哦。我希望你在这个部分去找出问题，怎么样取得让台东的农民，真正的农民要建农舍的方便，啊、哦，处长，你对我这种看法？包议员，你讲的真的是我们的责任了、啊、哈、哦，真的要真的是本身在从事农业，而且他是传统上就住在那个地方，他真的要盖农舍的话，我想这个县府本来就有责任，也应该协助他如何来取得农舍起造的资格，这个我想我们来全力来协助。还有另外一个，我们从去年改变方式，就是说因为我们这单位是六七个单位在会审，但是我们避免说各说各话，然后时间一拖再拖，所以我们现在改的方式用联合审查的方式，所以这从去年开始到现在我们已经通过了24件25件，也就是说你真心想盖农舍的，我想我们会全力来协助你。好，全力来协助你。谢谢处长哈，我想这点这样了哈，你刚才讲的那个哈，大家联合起来大家一起来审，我是认为这个很好，最基本上的架构的观念一定要一致，目标是什么？拥抱群众，关心群众，关心台东的子民，你要把它当作说我今天要建农舍，这个农舍就是我喜乐被当作你要盖的，把当作自己要盖的，用这种心情去审核，我相信都是 OK 的啦。是啊、哦，但是你要告诉承办科跟承办人员，有的承办人员刚考试进来也搞不清楚，写一大堆。我想、哦、我在跟你讲哈、哦，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回到你当建设处长的时候，台东那么多大型建设通通完成，短时间都完成，一件一件的完成。如果是像一般的这样做啊，你在20年也盖不起来。我跟黄建林讲啊，黄建龙讲，不是许多人当处长的时候，你不要想做这些工程，你不要连这困难了、啊，呈现不出什么成果出来了。这是我大人在讲，我是就事论事。这个是一眼你太厚望，其实没有，这是大家一起合作，尤其是县长的大方向，然后各单位大家配合。我是这样讲的话、嗯，当然你会这样回我，这是你的修养啊。是，啊、事实就摆在眼前了、啊、哈、啊。今天农业处哈、啊，就是这个农舍的问题，这是第一个哈、啊。第二个，农地、整地，哦。多多的问题啊，你用你的头脑看怎么样让老百姓方便。简易水保，农民他做农的，他哪里懂什么东西？要花钱就要用。农民还没有去工作就已经花一笔钱了啦。存不存不晓得啦。应该你也可以感受到哈、哦，其实我们从前年哈、哦、违规了300多件，去年200多件，到目前为止快一半了。回归大概40件，也就是说大家慢慢的已经可以知道说我们县府在审查部分在检疫水保部分会尽速，所以他们大概都送进来，回归就少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来努力。你这样说法有改进，我绝对接受，但是我希望说继续努力的哈，是找出在怎么样情况之下尽量的给老百姓方便啊。但是有一点是说面积，我们也是跟也报告过，我们面积本是无问题，现在只要稍微平坦的，我们也放宽到2公顷。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说还有那个农地要整地，你要申请的时候，我还没有做农，我还没有从事，我就已经要花一笔钱。然后你叫农民说简历水保，他怎么会画图，怎么会写？那要请人家，请人家要花钱。我们上礼拜哈，
上礼拜有特别请乡镇公所过来哈，有一些部分乡镇公所可以用免凝聚水保的方式来给他们通过哈。我们有特别跟公所讲，什么方式来讲，你们可以同意。当然，你不要故意说要放水，不是，而是说你乡镇公所在你权责之下能够便民，那个叫就是很简单。那个处长，我现在想这样讲，你刚才讲的那个哈，我给你肯定，你是有往前去推动去想怎么去方便农民，刚刚你给的答案，我希望这东西啊很容易让我发现到说真的县政府在改变，是啊、哦、我在讲的是说人在公门好修行啊，多做点善事啊，是、哦、不要去刁难了、啊、有的我这样讲，同样一个法令你说我要拜托你县政府的官员啊，很多法令不定下来，同样一个法令各自解读不敢说呢，哦像那个他们要申请农宅啦，什么时候民宿啊，我那个规定哎呦我都听下去听不下去了啦，不堪日耳你知道吗，有的刚进来当主办人讲那个话都不是人间烟火啦，所以百般的刁难一个案子两三年都不会过，这个太离谱了你知道吗，我都听不懂你知道吗，你应该说这样不行齁、哦、你应该怎么做法规上有规定的，如果差一点点的当然主办单位有裁量权嘛，有没有伤害到别人或伤害到地方或是水土保持等等环境卫生，如果不是的话你外行来叫人家一棵树距离多少几公尺，那个不能种这个不能种，哎，我就发现很奇怪呢，哪里有这样的公务人员，这个是我这样讲应该很客气啊，你听得懂我意思啊，如果把细节讲出来什么地点你看到，我相信在座的官员你都不敢听啊，你会说我们这个团队是干什么的，所以人民为什么对我们的政府都是很多怨言啊，其实你们都不知道，大家都骂啊，所以我们的主办人考试要进来的对法律完全不好意思讲说完全不懂啊，几乎是不懂还变本加厉啊，我这样讲处长这是重点，是啊，你用你的智慧是把农业处有关这些问题哈、哦，有牵涉到农宅啊，也后面有人登记哦，希望你去突破好不好，是哇，这观念上的问题我们会努力、啊、谢谢主席，谢谢，好，谢谢张主任张远，我们接下来请林东满林议员，谢谢主席，哎，大家早，哎，农处长，哎，好在好在，一请过来嘿，谢谢。因为你嘛知讲，尤其阮大安花哈，那么我们张议员刚才所提的这些有关于农舍跟我们一些农业政策的问题哈，是。那么其实，在我们你有没有感觉呢哈？在我们东海岸更遭受不平等的这样的做法。不平等这样的这个做法，当然因为我们东海岸的地形跟性质绝对跟是在台东县的话不要说比别的县市了，我们相对的今天我们东海岸齁、哦、政府是说我们山坡地啦，啊我是认为说上无我要一半以上是平地啦，是但是我们入入别的山坡地嘛，这是政策面的问题，曾经那么是努力过哈，啊，监管都唔准啦哈，是，但管政府白白了500万，哈、哦，这里、個、被黄县长搞完大话去了，啊，结果嘛是零啦哈、哦，是。那么我是讲现阶段啦哈，所以讲我目前对咱台东管政府，对管制这些农地的时阵来讲哦，我认为你们没有很实际去了解农民的这个状况，包括基本上的兴建农舍。您即摆去参考宜兰的，是不是呢？您参考宜兰的做法来用伫台东县，我认为这样非常不妥。宜兰是目前是咱台东诶全省上烂贱的迄所在，啊，当然伊是烂贱了，因严格执行嘛。啊，这样不是啊？咱台东县来讲，咱台东县来讲，拄好当咧起步尔，你着去好好去甲辅导，去甲管理，去管制，我们都没话说。不像这样啊！你现在建一个农舍，你就比照宜兰的这个办法。好，您有时候呢哈，我一直讲，基本上政府哈，
中央政府拢敢那专家，拢敢那会晓写计划，不食人间烟火，唔知地形安怎。来，恁讲起农舍，当然恁意思是讲要起在边边角角嘛，要让我们的这个农地要耕作90%能够完整性嘛，哈、哦，这样废话了。现在的边边角角，我概不干那边起一间厝，农民呐、啊，恁拢一直在假设讲。起农舍就是拢总是投资的，啊，就还是真正农民要起农起迄农舍，你拢比照办理，啊，你现在对农民就无介无公平。那我举一个啦吼，你都讲起农舍爱起伫边边角角，又要距离马路20公尺，我若想讲要起到上后壁，你嘛袂使，就是要一个距离，吼、哦，要边边角角。现在要来到去你边啊！你的动画是你想不对啊！我10%去盖在边边角角，剩下90%我可以整块，可以方便耕作，对不对？好，先后写通，但是唔我你个想得怎啊嘞？他说我拿1公顷来面，我把分作4地，2分半，2分半。我拿1公顷，你给我去你边边角角对不？啊，我拿1公顷，我在我们现阶段的2分半就可以。盖农舍的条件是这样，我把1公顷给它分作4笔，安尼我2分半起一间，安尼是不是？安尼到底边边角角，你规定这个不负实际嘛？你那个动作都要起农舍，就真正农民，伊那是假农民，伊那是违规使用，你严加执行，我们没有话说。我一直强调讲吼，就是人家的农舍新政办法的10%的权利，吼、哦，爱敢保障。他90%没有从事农业的话，你可以严格执行。我已经讲这是你执行面的问题啊，不是政策的问题。现在不是啊，中央有一个问题，那个来讲吼，也未正式的那个，干了一段行政命令尔，领导安尼，吼、哦，啊做那个，哎叫，吼、哦、叫那个做恁的想法，吼、哦，所以应用的尤其阮台湾话来讲吼，你嘛知影，什么都没有。土地重划嘛无，水利设施嘛无，干那要叫我务农，要哪做事？过来，恁去看迄、那个啊，做发建桥的时阵，还是发使用接桥的时阵，哦，人起好，村里你就讲，有时候去看的话，啊，你旁边没有种农作物，啊，很奇怪。就刚才我们张议员讲的，为什么你们去看？其实一棵椰子树啊。应该要30尺嘛，照规定是30尺，应该多好嘛。啊，打井的30尺，恁看讲，安那规片都无井，那向进一丛，恁讲安尼袂使。啊，就为着要符合恁检查，就进到捌的，啊，翕相翕翕的，啊，再来敲掉。有时候你要看实际的情况嘛，吼。作物种蔬菜的话是种一个啊，种假如说我要种那个长期的水果，那个足迹啊，吼，无同款啦。干啥呢？兄弟，你关心来讲，你说哎，你这个没有种做农作物，我说没有，我为什么没有做？我有种，还没长大而已啊，对不对？啊，人讲照标准，我哋讲讲，改良场搞阮辅导是讲，压制那是要下蛋，我可以达到伊标准的产量，30台车一丛多啊好。啊，你啊想看卖30台车啦，种一丛来讲，你啊初步种落，当去看的时阵，是不是你感觉规片拢种也不种？所以，我有时候哈，我一直想是说，立瓦从严，直瓦从宽。所以哈，这点来讲哈，有一些哈，好像现在好像让一些我们地方的这个真正的农民啊，哪怕说他不是真正的农民，但是呢，他还是可以准农民的话了。因为我们现在就是一个那个农民的那个农舍盖的那个真正的那个法还没通过嘛。好，我们那个农化条例那一个。一个真正那个农民资格审查那个还没过嘛，对不对？还没实施嘛，吼、哦。啊，这番恁就开始用啊，吼、哦。该议员再报告一下吼。达到恁议员讲遐，大方向是宜兰先提出来，还是无问题。但是迄段时间宜兰你实施的当中，咱台东管政府未开始，迄当中是104年头啊，台年初开始，阮无安尼实施，阮是等到104年9月份。中央参考宜兰的，参考宜兰的来后来，行政命令有中央的行政命令是，讲叫恁参考宜兰的，对不对嘛？中央在这边，
啊，宜兰，因为电话电话以后，啊，电话哦，我的意思是讲，咱地方制作来讲，恁管政，咱管政府定的时阵，恁无家己一个想法啦。你有参过宜兰的嘛？无，我无参过宜兰。我那个，恁连那土地我也看嘛，是参过宜兰。无，那是中央个另外用水保局那边个公告。叫你来参过宜兰的对吧？那是因参过宜兰。啊，你有参过无？咱无参过宜兰，咱是照中央的规定来用。对，无恁那。所以，那高多的吼，那宜兰实施了，咱高多的那就发差不多200张的，你嘛知嘛？对啊。就你只要来，阮尽量最快速度给你。但是因为中央规定，喺104年9月4日迄，那个时间点内，哎，出了，还是，是不是你有同意我来讲，中央的规定，规定嘉南平原，规定宜兰，对咱台东不见得是公平，不见得是适用。其实得到你议员讲的吼，你看地形啊，你但其实吼，阮即马对足侪农地的管理吼，确实是观念吼，其实我也感谢你。其实，个只想法是你讲出来，啊，你讲出来感觉有理，我就等你开始修改，像联合审查，即个时间缩短，联合审查嘛，你讲出来我想对，迄当时联合审查啦，特别讲也是做无理的。即个的审查的九个单位，迄审查案，啊，两个单位有意见尔，咱保证伊来保证两个单位有意见来讲哦，嘛是一个九个单位的审查。这无啊嘛，对啊，啊，就讲我无讲，恁就无改善嘛吼。我讲我就有错，我即个有错，我知影。啊，咱这个道理啊，还佫差介远啊。来个这个问题来，后来咱有机会哦。我总之想，我还佫提出这个问题哦，谈咱包括咱地政处长，再大家做点讨论啦吼。这是个政策面的问题嘛吼，但是咱的执行面嘛哪有关系啦吼。来，我佫继续请示讲，咱的农地整地的时阵来讲吼，我佫简单问讲，中耕除草，农民申请中耕除草，到底爱上管政府无？您跟我讲讲，唔免中耕除草都乡镇公所受理，因核准就可以了。美女记水保嘿，美女记啊。啊，即摆问题就实在就是安尼。佮若要请一个怪手啦吼，禁了三个月啊，慢了半年。我两礼拜前有佫做公所过来协调者，希望公所吼，因为啊你，即久你讲协调者，你已经公司也变啦。嘛，公司刚刚开两礼拜。啊，结果嘛是安尼。啊，农民就即摆公所意思就讲，甚至。我们当下外公，我卖讲什么，对着单位啦吼，甚至因唔受理，是唔你去了解看卖？你是讲中耕除草？你是讲调冰箱？哎，马上来讲啦。好，啊你哦，既然你都农业的大家长，你知影虽然那是地方自治因的犯错啦，我知道，但是咱农民的观念是安怎连人中耕除草都唔去，都唔受理？因为你当初我们要招伊来合标，就是安尼个。我知道，知道无？那农民有得无奈啊，有得无奈吼。即摆吼，迄其实去简单填一个表格就可以，演变到安怎知影无？因遐拢去请一挂大师啦，请一挂去来办的吼，办一件12000块、8000块。你看咱农民情何以堪啊？啊，你嘛后来，除了你即摆今日甲我讲，你知影某一个单位伊唔受理，我就是搁做出，就是因为安尼，我唔知去开会，叫人过来开会。啊，到尾咧，啊，到开咧，意思安那？那个本爷，你再说明一下，看。你那如果今天我提出来问个问题凸显啦，哈。啊，像这块情形来讲，啊，你农民你看。你刚开会，结果怎么样？那个这个部分大概跟议员报告，其实我们在县政府在申请受理简易水土保持申报的时候，其实大致上都有发现，那有的案件其实可以用迷你据来做申报。那像类似案件，我们都会请公所，应该由请责请申请人用迷你据来申报，会比较快速了。那依法也是没有问题。那针对那个部分，我们大概在上一周。因为其实那一天开会其实不是要讨论这个部分，那另外因为有发现这个问题，那我们趁公所都有来我们县府来做开会讨论的时候，提一个临时动议来做讨论，那希望说各个乡镇公所能够因为那时间的关系不要接别人时间了哈，这个事情已经凸显太久了哈，有机会能够来讨论了，好，谢谢，好，谢谢，好，是，感谢董曼兄哦，今仔日提出来这农舍，这真正是足好议题啦。啊无吼，真正大家申请农舍吼，敢那拢农业处在刁难啦。事实吼，这可能还佫研究一下。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张前新南，新打时间10分钟。谢谢大会主席，那各位局长，还有我们所有科长们，大家早安。那首先本席还是比较关心，因为目前就是我们梅雨季节的时期，
那其实这阵子哈都一直在下雨，那本席就不免会担心到我们开始要进入七八月我们台风的汛期，那所以我本席想要先请教有关我们南回，有关我们南横，天龙吊桥的部分，所以是不是先请我们文化处长？处长，我相信在上个会期，其实处长也讲了，我们地方的行政机关也送了一个修正的计划到我们文化处，你们也转送给文资局。那我想先请处长再说明一下。那目前呢，因为经过了半年，我们上个会期在去年的十一二月的时候，那时候本席有询问处长。那经过了这半年之后，不知道目前的进度如何？因为也开始要碰到我们七八月的台风的季节，那这也是我们的南横，就是我们力道部落通往雾鹿部落，如果在台南横部落如果落实的话，也是唯一一条可以通行的步道，所以是不是先请我们处长来稍微说明一下？报告议员啊，去年是在调查研究的阶段，那今年实际进入规划设计，那文化部文化资产局核定补助77万5千块，来做天龙吊桥的规划设计。那大会在今年的3月13完成垫付之后，我们就很急。你说在今年几月？今年3月13，我们台东县议会大会通过垫付案以后，对，我们就积极的协助这个海端乡公所来办理发包作业。那原来4月28第一次发包，如果顺利的话，就应该可以开始执行。但是他有一位委员没有到，所以出席人数不足就留会。那第二次发包刚好在今天5月17，现在正在办理发包。你说第一次发包是出席委员没有到？对，所以部分对我们也一直跟海端乡公所保持关心了。我们说这样会耽误到整个结案，因为这个案子如果一结案，马上文资局实际修缮的钱就会核下来，就可以马上做施工，马上执行。对，规划设计很重要。那海端乡公所它是不是联系的过程怎么样？我不晓得，但是就是少那目前预计是第二次发包大概在什么时候？今天第二次发包，今天5月17正。如果今天能够顺利发包完成，也就变成说我们大概发包出去之后就可以开始施工。它进入到规划设计的阶段，规划设计可长可短。短的话3个月可以完成，长的话也有到半年。是，那没关系。那我想说这部分还是再请我们文化处这边再多多稍微关心一下我们这样的一个修缮进度，还有追踪一下他们的所有的就是流程，办理的流程。如果真的有需要我们府内这边来协助关心的部分，再请我们文化处这边再多多协助一下。好，本席也是希望说这样的一个案子能够全力来能够完成。那当然如果今年年底能够顺利，如果都能够真的流程很顺利的话，能够完工的话，那当然是最好。那如果不行，那我想说我们尽量缩短那个所有的施工的一些不必要的，减少一些不必要的时间浪费。好，那再麻烦一下我们处长。好，处长请坐。谢谢。那再来就是因为天龙吊桥是文化处，那天龙步道是比较有关我们官旅的部分，那所以本席想请教一下我们官旅处长。因为上次处长有说有关我们天龙步道是主要的，我们的单位还是在于纵管处，而不在我们管理处这边维护的部分。因为上次去年的台风，其实本席都有去走那个步道，而且我们步道目前有目前应该有2-3处是比较不好通行的部分，所以说那时候本席在去年11月有讲说希望我们管理处这边能够协助看看是不是能够厘清一下我们到底天龙步道是谁要做维护。那如果是管理处如果是纵管处，那也希望我们府内这边能够来协助来协调。对，那不知道说这部分处长了解吗？气候科有询问吗？好，那议员，那个因为天龙桥的部分目前是还要修复嘛，对不对？那步道您讲的是过桥之后往里面走那条。对，因为其实像去年就已经有步道里面就已经有2-3处是塌方的，我们都是要爬着绳子上去。那如果说现在
天龙桥，我想说这是可以分工合作嘛。那如果说天龙桥他们在做维修，在做修缮，那天龙步道这部分，因为当初是因为还不太清楚到底是谁要做维护和管理和甚至一些修缮的部分，所以那几处的那个摊方部分好像都目前都还是维持现状啊。好，因为让我了解一下，因为天龙步道的部分的确不是我们管理处管理的，因为如果据我了解的话，很有可能是林务单位管理的。是，那我想说这部分我们再请管理处这边再帮我们再了解一下，是不是帮我们海川乡厘清一下到底全责单位是谁，那尽快的去做维护。因为其实如果说到时候桥面如果做好了，但是我们如果步道是不通行的，那其实对我们乡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啊。是我了解，不通行上的问题。好，那我们尽快来了解。OK， 好，那谢谢处长。那处长请坐。那再来，本席要请教我们农业处许处长。院长，哎。我想今天非常多议员都非常关心我们农业处的问题，那本席还是要再就是向处长来询问一下，因为有关今年年初，我们大家都知道，不管是我们山上的高丽菜，或者是我们平地的高丽菜，都发生了一件很大的问题，就是滞销的问题，是卖不出去。是，所以今天本席想要先来请教处长，是不是能够稍微说明一下，有关我们县内农特产品滞销的时候，我们到底县府府内有哪一些应变措施或者一些处置？谢谢议员。我们从当然最主要就是产销它那个调节，那是最好嘛哈。但是这个在目前国内多少年来是有一点不太可能嘛。今年如果价位高的话，明年大概就会又滞销了嘛。这个大概都是过去的惯例嘛。不过这一次哈，我想这两年来我们有一些部分，我们就是用县府的力量，透过有机的相关的生计划，因为目前中央政府在农业在有机方面大概会有经费，所以我们用这个名义，我们申请的冷藏冷冻库啊，预计申请6000万啊，也已经开始设计啊，坐在哪里？坐在我们那个肉品市场啊，将来我们这除了我们自己用以外，我们其实这个部分就是开放给农民做调解的工作啊，将来是不是我们到时候在这种状况，是不是我们的肉品市场本身将来改成那个农产公司以后，是不是能够做调解工作？这个太便宜的时候能够有一定的价位买了又储起来，然后将来再销，这个我想这个都是可能的，就是后续会再去做协调，会做，对对，再做讨论。那本席想请教，那您说的那个冷藏库的部分预计大概那个大概最慢明年就完成了。明年完成，我们大概希望在6月份准备花苞，下个月准备花苞，然后希望在，因为它很多部分，当然它的工期大概不会太长，因为是6000万啊，我们大概从去年、今年和明年这三年一定完成，这是第一部分。第二个部分就是从源头来讲，我们若像我们一些除了稻米那个管道它正常嘛，还有一些释迦那也是种管道，但是有一些水果，我们台东有一些水果，就蔬果的部分，蔬果部分我们现在已经找到一家准备在台东投资，已经确定它的位置就是在那个目前的南网的槟榔派出所对面那边，他买了一块地，大概买了1.8公顷，所以他会设置在那边。那未来如果我们将来的话，就是所有全台东县的梅子一年他可以收2000吨2000-3000吨都没有问题，他将来外销的话是将来外销到国外，是包括欧美国家，所以他本身的品质蛮高的，他现在目前是国内大概有经过认证的两家之一，美颜美丽的美也那个钱钞票的美颜了哈。但那我想请问一下部长，因为您说冷藏库大概今年6月发包，那也要等到明年，明年对对才会完工。但是明年的问题就在于说，明年之前如果没有发生农特产品滞销的时候，我们国内要怎么做？因为过去没有，所以我们现在才这种方式来处理。我们等于一般过去公部门当然才是介入这个，我们这是县政府就本身跳出来做这个事情。好，那处长，其实本席最主要是要问，就是在于说。我知道你们明年才会完工，才会有冷藏库，才能做一些调节的机制。但是在于在明年完工之前呢、啊，如果又发生跟今年年初一样的事情，我们府内是不是能够配合一些活动来帮助我们农民滞销嘛？而不是像你看年初我打电话的时候就说没有办法，我们的农民很可怜哎、欸，每一个都到那个道路上直接载着一台车去卖他们的高丽菜，那我们县府竟然没有作为。
那我想这是我，这也是我定期会哈，本席也会提出来，这是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来作为的事情。中央政府的委会也没有办法作为，对，但是我们能够配合活动啊。对啊，那如果说我们每个公部门都是摊手说我没有办法，那其实老实说，农民的心里就想说，我们到底要我们这些政府要做什么？好，那没关系，我们到定期会的时候，本席还会再跟我们农业出来，另外大概来讨论这件事情。明年初哈，他就会开始收了。所以这个部分让我们也了解一下，我们海端乡的梅子、延平乡的梅子蛮多的，包括池上、鹿野这边都有。然后那没关系，那我想梅子部分让他们知道。等到定期会的时候，将来他大概一公斤哦，农业出来讨论一下有关于这个产品滞销问题。好，谢谢处长，谢谢。好，谢谢。我们接下来请林崇汉林野。谢谢大位主席，大家早安。来，本席想请教文化处处长。你好，是吧？感谢哈、你对资本停止厂的这个资产的修复哈、那因为它现在是告一段落了，工期。工期是吗？它的预算执行应该结束了吧？是，它现在只在4月26日完成验收后，等他们把工程结算书跟竣工书图送给我们，我们就可以核拨尾款。你有去看过吗？啊？你有看过了吗？没有。还没有啊、是本席邀请你找个时间我们一起看看好不好？好，这个是本席跟处长您啊一直努力的成果啊，是我相信资本的主人也很开心啊，尤其是他们天主教徒啊，您是不是安排一个时间是啊跟天主教区联络，好，然后我们来去看看他们修复的成果好不好？好，好，那第二个问题啊，本席啊也是半个南回县的人啊，所以我从包装杂志里面看到这个南回县的公共艺术装置好像是历年来好像是最高的经费吧，是大概以1%的公共艺术基金来算的话应该差不多，包装杂志里面也写差不多2500万了，是那现在你应该有在开说明会了哈、是那现在目前甄选团队，我先问你第一个问题好了，你在106年2月28日公开征求策展团队嘛？哈，是4月办理初审，大概6月要决选。目前这个标案进行的，你说明一下吧。跟远报告，我们第一次公告以后，有5家厂商来投这个标单，那其中有3家是台北来的，那有2家是有部分跟台东本地结合的。也可以算是本地的团队，也可以说是一半一半跟外地结合的团队。那经过第一阶段的初选以后，我们选了3家入围，要做第二阶段的复审。那第二阶段复审就必须要到现场来做简报。那第一阶段复审是我们请委员做书面审。好，也就是说有5家是，现在有这个3家，有3家是入围北部的嘛，哈。3家有2家是北部，1家是本地的。好，那我这边先这个问题先打住哦。第二个问题我先问你，现在说明会在3月3日有办在台东美术馆，对不对？是。还有几场说明会？现在目前？那一场说明会是针对所有想要投标的团队做的说明会。那至于到南回市乡呢，已经办了4场，每一个乡都办过一次。那预计在今年的8月，我们还在下乡办第二次的说明会，那也是4场，总共要办8场，现在已经办了总共要办8场，啊，现在已经场了，现在已经办了4场，各乡镇都办过了。你是要征求大家的意见，还是征求大家的想法，然后把大家的意见跟想法告诉团队，还是怎么样？是，你是打算怎么做？是跟议员报告。在美术馆的说明会是针对想要投标的团队办的说明会，是那下乡的说明会是要办给地方民众了解的，意思说让民众了解大地艺术季的操作的过程。这里有两个盲点啊，是本席那边觉得很质疑啊。我长期看台东有很多的发展，尤其是包括这文化艺术部分啊，甚至有一些观光都有。很多东西都需要北部人用北部人的眼光或者是以外县市眼光来看台东整个整体发展，那南回的公共装置艺术照理来讲
你也知道那个族群是卢凯族跟排湾族最居多的嘛，哈。当然我们不能把所有排湾族的因素放在里面，那可是这一条公路哈，长期以来啊，今年才开始，慢慢要等着这个南回公路要拓宽的时候，才能慢慢的被大家重视啊。那你这个公共装置艺术就是一个点缀，一个装饰的一个重点嘛，对不对哈？那北部的他怎么去了解南部，就是这个南回公路整个这个精神，包括阿朗伊古道过去的这个历史啊？因为我看到你这个遵求说明书里面是需要融入当地的历史跟文化的特点嘛。你这样甄选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北部的这样给你的一个想法？这样你告诉我一下本席，因为我不在现场，你自己来说明一下吧。是，报告议员哈，这个艺术强调的是，对，你先讲到艺术哦。所谓的艺术，它一定有主题性嘛，对不对？是是。当然，我不希望以后这南回公共艺术是类似那个什么毕卡索啊、梵谷啊，那个线条画一画，就跟我们讲说那跟原住民有关。说实在话哦，我到大陆的时候，我也发现那个大陆的图腾跟原住民有关。我的意思你懂吗？就你不要去强加一些外面的因素，然后让人混淆不清啊。这一点，好，处长，你但抱歉刚才打断你的话，你现在说明一下。不打断。那个过去比较强调古典艺术，就所谓的纯艺术啦，那就是艺术家个人的创作。现在强调的当代艺术或大地艺术，强调是要跟当地的人文、土地、气候、农作、碎石记忆产生互动。所以这个团队只是行政事务的承办单位，但是艺术家要创作的时候，他还是要到南回去，在部落里面生活，跟部落里面对话，产生文化的碰撞跟对话之后，才可以进行创作。所以不会产生说艺术跟当地的土地脱节的状况，这一点倒是应该会我们会很注意这个问题。我了解了，你其实你的用意我了解，但是要长期要进入文化里面，要去渲染它，或者是要吸收文化精髓的话，它是需要长时间的去潜移默化好去吸收的。因为我看你107年五月就要建设完成了嘛，是，也是，但是不到一年的时间啊，他可能从当地的这个人哈、口述的那个历史文化，才能够融入他的创作想法。这个其实哈、这个算你在做这个装置艺术的时候，可能你要去提醒这个厂商了哈、那你这个下乡说明会，我不懂得你要获得什么样的资讯，要去回馈给艺术家，还是要怎么样？你要还是单纯的就跟四个乡的乡民讲说，哦，我就是要做公共装置艺术在这里，让你们知道这个事情。因为当地的南回县有，我相信处长你也知道有很多的艺术家了哈、那我有跟当地的一些牧师啊，一些意见领袖也聊天过哈、他们真的是很希望把他们的意见也能够融入在这个创作里面。啊，处长你认为呢？报告员。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就是创作地点的提供啊、我们的地点不是我们决定，也不会是艺术家决定，而是必须南回四乡镇的部落同意你来这边创作，这第一个我们办说明会的目的。第二个，我们也有保障本地艺术家至少三位，我们是写3到5位啊、所以我们一定这个创作过程里面一定有保障，我们台东本地甚至于是南回本地的艺术家可以参与创作，这个没有问题啊。我非常期待啦，但是这个艺术东西啊，艺术是无价的啦啊。但我真的是不希望看到那个墙壁画一画，啊，日出的图腾啊，然后路边用铁啦、盖一盖，变成一个好像就像我们三个看到一个机器人这样，你真的不希望看到这样啦，好吧？这个是本席对处长你的这个要求啦。好，啊，我们处长你在定时回报这个，我很关心这个事情，好吗？是，好，谢谢处长。啊，谢谢议员。好，农业处长，是吧？我们那个防风林地到底怎么样了啦？啊，防风林地到底如何啊？什么雷声大雨点小？这件事因为205户保安林地的问题，还是到底问题是出在哪里？国有地不是要一拨给县府吗？目前还在国有地。待会要出来，我先跟你讲哈、因为这个国有地一拨县府，当时是你们开记者会的。对，现在还在做。
啊，对，雷声很大，但是让后面不要虎头蛇尾的。现在是这样了哈，因为议员你也很关心嘛，这个我们都知道哈。那目前的话，因为目前是还是登记在林务局嘛，管理单位登记林务局嘛哈。而目前的话，我们把意见说希望他能够开那个解编的公听会。那林务局说，目前因为还是他的权责上，他就不愿意说你没有确解，他就不愿意。但是假如这土地拨用给我们，应该假如时间快的话就这个月，慢的话就可能我就不敢讲，快的在这个月。那个沈处长也帮我们沟通，大概会先拨300多公顷过来。啊，这个拨我们拨到我们这边的时候，我们来开。好，好，因为林务局他当然不愿意配合嘛，因为林务局说他们有这么规定，我们来开可不可以？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会来开。好，我在相信是要管，你上次也是讲三个地区问题，也是讲说一两个月。就是又讲这个月，是林务局那边是过了，我会盯着这个案子，好不好？好，是吧？林务局是过了，啊，但是国台能局那个手续上面还没完成。好，算你努力了，好不好？是啊，是。好，算你做，谢谢大家主席。好，谢谢崇文议员，我们接下来请林三天林议员。谢谢，大主席张处长。新站的停车呢，是不是你现在正在规划当中？那个是整个是铁路局规划的。是你规划还是铁路局？铁路局。停车格呢？是。好。你是说既有的吗？啊，对。现在已经在停了一个空间吗？对。哎，那是我们县府的。对，那个是有公开招标吗？现在打算要公开招标。那请问公告期间应该多久？应该要一个月吧。一个月。是。那年限呢？依法定规定。招标的年限是多久？我们现在的年限，你们跨边了，这你也讲，你过来跨边啊，你不进入状况了。两年哈，法定规定的是两年，确定？不是，确定吗？我们是设定两年啊，不是法定。我说法定规定，比如那边周姐，你刚刚总结上下法定的规定，它的年限是在多久以前是合法的？你了解吗？我们自己有，你了解吗？现有的财产不是你个人可以去制定的啦，这个有一个法规了。我们有现有的财产的那个年期，我没有很清楚是。许处长，来，你签个字给我。好。那你停车位来年限的签订跟厂商的契约，法定的规定期限是多久？法定确定了，两年也可以，三年也可以，都可以啊。三年也可以哈、啊。都可以啊，就看你定几年就几年啊。确定吗？对啊。你不要糊弄了，这个有一个规范的。哎，没有什么。你再讲一次。你就最主要、就是。只要你高兴，要几年都可以。最主要就是说，你的在公告的时候，当然是经过各单位来讨论那个时间点。你公告了以后，就是一段时间不能改嘛，就不能改嘛。你不能说我估要再延一年延多久，那就不行嘛。那就是看公告的时间多久。我是讲，你注意听，我咧讲法定规定的年限，别让超过我估，你也知影意思啦。我跟你讲这个法律问题了，制度问题了。你一般人停车位的人一般都没法顾，你看上面拖地了。好，你讲的嘛哈，没有规定，没有规划嘛，对不对？我还看上面停车位的部分有。我说在你手上标出去的了。啊，在你这边标出去的停车了。我那时候有的时候是两年吧，有的时候三年吧，就是这样吧。哎，那你说三年不违法了？你讲的哈。你现在讲了，因为我说实在，不违法，这里够了哦。李小姐，我就不江处长，来，那许处长，我不会跟你讲，李小姐，来江处长。是，我拜托你哈，你要集思广益，跟车站、跟铁路局要研商，坐下来研议，你要把这些观光业者全部带到现场去看那个动向啊，这很重要了。你看昌远、台东的车站好不容易要到一笔大笔的经费，在施作的同时要。前瞻性啦、啊，你了解吗？上面叫前瞻性，你看看。报告议员，那个车站哈，因为已经在施工。不啦，前瞻性，你懂意思吗？当然知道。那你讲看看车站的前瞻性。因为现在车站就是要让交通顺畅嘛。是，他很早期就规划好，现在都已经施工要完工的阶段了。好，那你认为我们前瞻性的车站的这样的计划，你可以满意吗？因为先前我没有参与台铁的规划啦，所以啊，所以讲嘛，我就讲说，你的官方旅游处一年好几亿的预算嘛，对吧？上一次两张就六七千万的，你看看嘛，啊，跟你问官方的旅游，你嘛拜托一个张处长，我是勤勉你了，
为了永续了，一中市场已经在消灭在灭顶的同时，你救救台东的产业了，你的融资能够把他们拉上来了，把所有的旅游观光的景点把它提升一个优质的一个景点，我的意思是这样的。了解。哦，那再来我跟你强调一点，就有关你新站的停车的问题，你要把它纳入一个生长者的一个公用空间出来的。好、哦，这块是上合理的，啊，要总找路谁在听呢？这该讲咱就讲了。我一定会把它纳在里面的。好，那我顺便要告诉你，因为你的青年，你也比较好沟通，所以我讲给你听，我不讲给许多给你听。我跟你讲，今天早上农业处有人去开庭，是用贪污治罪条例小金库的问题是成为被告，现在还没有出来，有可能会收押。这个建议告诉你，你请坐。那个地震。我请教你，在台东的平均地权里面，都市的计划里面，我们比如说有像新生从化区，那个都有从化有一个基金嘛，对不对？那台东总共有一个几个从化的基金基金啊，重新三个啊，三 A 来对上来，来你说话。平均地权啊，平均地权，我说现在目前新生从化区的基金有多久，对，有什么基金啊？在中位就是地从化基金而已啊，那么从化都是地从化基金一个，对啊，台东有几个从化基金啊，比如新生从化、新生里的都是一个而已，还是放在那里面运作的。那从化基金现在目前还总共包括底会地出售的这个收入的总共还有多少？多少？还要剩多少？七百几？不是，因为一些地方你嘛，今天搞不清楚回啥啥，还第一套呗，你嘛不了解啊。那议员那个我们都有报表会，未回啥啥啦。哦，未回啥啥，阿边阿辉，我立马跟他讲。我回头给他提供给议员，好不好？哦，啊，你看看这边有几台？我是觉得说你要掌握整个台东的大动脉，是有关你一个地方的一个重化，你听好。那现在我们目前碰到的重化完之后，政府有很多工程都摆烂，这是事实的。就像我们那万前面那个，哈、哦，那个也有设定一个公园嘛。你气断征收了，你政府把那底下地卖掉，剩一块公园，你看看嘛，即嘛，放了后臭，你知不？这点你知不？你知道吗？那你预计有没有把那里活化？那个应该是建设处的。对嘛，问你拢熬会到的，主席。那是报告主席，这栋阿威做的。报告议员，那个报告议员，那个因为是建设处经管的，我们可能要再跟。啊，你的中华基金，你的底会地敢卖掉啊？你因为伊那是公共，伊那是公共设施的部分嘛。您公共设施，您底会地卖掉先，您敢去土地敢征收七段征收掉，你的公有土地你们怎么使用嘛？不负责任，台东就这样摆烂。七段征收完了，那个丁字路口你不给他征收一堆啦。这个就是我们现在目前制度盲点了。你把它编定公园，一编四十年、五十年，把它编定道路，不理它，卖那宠了。咱中央政策虽然讲，伫这个七段征收了后，土地诶，底下地卖掉，剩一个道路用地，有他无甲人民的土地顺便给他征收的同时，即使台东，我不知道这个能够超越这个魔法了哈。咱是应该用一个土地来鼓励建商来买了时阵，哇，占比例也是啥物扩大农资的计划了，这是甲你经营提供了。你徛倒来即位啊，你要我对台东整个的土地、的整个的规划，爱现一寡心思。台东的土地在天然的优势的环境里面，啊、哦，你们未来是不是也同时可以规划一个，比如说天然灾害发生的时候，台东有重要的物资要怎么去存放的土地，你们先预先把它规划起来。比如说海啸，这光轻轻来一个永续的都市就这样发生疫情疫区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有效去管控这个整个物资的来源？你要取决于高地啊，适合仓储的地方，可以把它在暂时或是在一个时空啊，马上可以做的物资的，你要去规划出来嘛。海啸来了，我请问你，你的孩子在宝山国小读书，你要带往哪里跑？你们招待？你往宝山国小？是啊，你要往哪里跑？在哪里啊？不是。哪里？海山市。没有，没有从要往，当然是要往卑南那个方向跑。哪里？卑南啊。就是往太平的方向跑。卑南方向。好、哦，那富冈的，
我们就往富峰富山那边跑，哦，资本的我们就往我们太麻里那高山跑，台东市区的就往太平这个方向跑嘛，哦，好，啊，那个有路标指示，到时候多管制交通管制人员，就是大量的往那里移动，有一个区块的移动啊，这是区块区计划里面，我们就是要把它分裂出来。啊，刚才讲地震啊，地震到底在做啥？地震在擦铁皮，哦，啊，无就掏个地会地，啊，无就是因为那上面那个黄先生来做那个设定地上权，错了。台东如果再这样继续下去，这个城市没有机会。江处长，我真正在跟你讲的事，你绝对要去做。历史留一个名叫啊，那个公车是江处长做的，就这样子而已。那你跟你讲，你先爱听你啦。哦，很多老人的生活机能，在这个银发世界里面，我们要为老人做多一点未来的想象空间，把它打造出来了。好，谢谢大家主席，谢谢。谢议员。哇，你地震马上跑到公厕，你实在很厉害的。好，谢谢林三天林议员，也谢谢各位辛苦了。我们今天的会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好，谢谢。